上次我们录两集了，那个新的那一集叫《魔术》。好久没有让这个距离跟法界坐得这么靠近，真是历史镜头。没有关系，我看看。消毒水。单位我也代表我们共同列名在上面主办单位，除了性别人权协会之外，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有台湾人权促进会、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同志咨询热线协会、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以及高雄女性行动协会。那另外协办单位也有台北律师公会人权保护委员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那个会应该在上面，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以及新竹市丰城社区大学和新竹市的青草湖社区大学。我想这样的主办跟协办单位大家也蛮清楚，其实是囊括了蛮多的各位朋友的意见。我想简单说一下，有个简单的开场哦，因为我们今天书面稿是部分，那并不是全部。那我们整个会议都会做记录，我们会希望这个会议的记录哦，能够提给新闻局、教育部以及中央大学校方，那也会透过电子报跟其他的方式，透过让社会大众也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思考。那我们也看到，也是透过这个邱矿权律师传达了一个讯息啊，也许他等一下会稍微谈一下这个人权的观点。那我想国际人权是一个趋势哦，那其实日内瓦现在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9届年会，它其实还没有结束。那其实提到了一个字，就是性恐慌症 sex phobia。 我想我们对 homophobia transphobia 已经很了解，可是 sex phobia 现在提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sex phobia 的现象其实已经对于台湾造成很大的伤害了。那四月初的这个事件，中央大学这个网站超连结被要求关闭，这个事件说上面连结到人兽交的图片，社会的意见其实来自于就是以儿童青少年保护闻名，主张净化网络空间，电池的问题。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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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开太大声，后面太大声，谁会？喂，哎，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一支，不要恐慌。好，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什么，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整个的新闻的报道，使得整个社会对于这个事情的部分讨论，其实我觉得并不多，只是打伐的声音很清楚。那在新闻局教育部被提，就是他们这些团体提出检举之后，中央大学校方，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他立刻发表声明，他认为这个连结超越了学术自由的规范，就要求性别研究室撤除超连结，同时考虑要在教评会讨论召集人何春蕊是否适任教职这件事。平心而论，这个网页公开展示的包含的有相关理论文学典故和新闻简报，而成为争议焦点的这个图片连结，它设在网页的最下方，而且也加上警示声明，应该算是兼顾了性学研究教育目的与道德法律要求等等。不过我们觉得比较令人震惊的是，整个社会的讨论，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对人与动物之间的性的恐慌已经涵盖过一切。那这样的谴责声浪让我们看到对话空间几乎完全不存在。这个事件，我想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运动团体来主办呢？因为这个事件确实令我们这些长久关心人权性权的边缘团体感到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看到的社会反应，正是我们这些团体长久面对惯常碰到的对于我们的无知成见和歧视，我们被称呼的各种标签，说我们恶心变态，说我们是异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学术跟言论自由几乎是社会运动最基本的空间，可是看到这次性别研究是直接受到挑战，连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不被允许。整个事件没有任何讨论跟思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强烈的道德谴责，在这个氛围之下，严厉处分变成唯一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性别研究特别是跟性有关的学术研究很容易被人带上污名的标签，你的研究方式或结论如果没有办法顺从既有的成见，研究者也经常承受质疑跟窥视。从这点来看，坐在台上的各位，其实我相信多多少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被质疑的经验吧。过去对同性恋、性工作、艾滋感染者的学术研究曾经背负这样的污名，也都阻碍了这些领域的学术发展。其实这次动物恋事件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非常粗糙霸气的未审先判、道德义愤的情绪反应，它其实在学术研究圈里形成了一个寒蝉的效应。而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饱受无知歧视的边缘弱势团体而言，我们更感受到运动生存与前进的危机。我们认为道德谴责、监控管理这些气氛，对于我们要了解这个社会现象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今天我们会从学术、法律、社会运动面向，要一起来思考这个事件凸显出来的深刻问题。我们希望看到性恐慌这个形成与它的操作方式透露出来的是一个警讯，学术研究和边缘议题相辅相成的力量呈现，以及网络资讯自由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我们是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讨论。因为今天来的人非常多，那我就不要一一介绍，那我们的发言顺序也没有事先安排，我们就按照现在这样的排列顺序。那每一位有的有书面稿，有的没有，那我们日后把它整理出来也是会在网络上提供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顺着这个顺序，那请大家掌握时间，那我们就从谢沃龙老师开始，谢谢他。好，谢谢，谢谢王平，谢谢大家。然后我几天以前接到丁乃飞老师给我的电话，然后他问我说我要不要上来，我说我谢谢你打这一通的电话。我说的谢谢是因为我们在南部地方对这方面的资讯catch 没有那么样的容易，所以呢我真的很高兴他能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也可以有这种机会，然后从南部上来表达我对这个所谓的性恐慌的一种我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不只是带着我自己的看法，我昨天还写一封信给中大的校长，然后呢相同的信呢我也都寄到给他们的省长，因为我想从学界的声音呢让中大知道说我们关怀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昨天呢刚好有一个研讨会，所以呢我就把那封信呢跟王平寄给我的那个的声明稿里面，我全部都放在了现场。我想让南部一些的学界、运动界甚至研究生知道这件事情发展到底是怎么样哈。然后呢，我在在那个信里面写得非常的八股，因为那个可能是因为校园的文化的关系，然后我好像也蛮适合写八股的文章一样哈。那我最主要想表达的有三点哦。第一个，我想再谈到那个大学一定要完全的言论自由，我想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诉求，完全的言论自由。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有提到讲说，如果我整理亚里士多德对于教义的看法的时候，什么叫大学？大学是一个让学生可以肆无忌惮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可以让学生肆无忌惮的吸收知识呢？那大学教育的工作者是否应该是肆无忌惮的研究知识、传递知识？我想那个氛围对大学教育工作者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认为讲完全的言论自由呢，是一个大学教育工作者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那第二个，当然我也提到讲何春蕾老师呢，他在中央啊、跟性别研究室所有的成员对于性别的议题的开发，那这个的开发呢，带动台湾的所谓的性别的研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视野。我想第二个部分我提到这个，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我提到讲说，如在这个超连结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了恐慌恐惧之外呢，我认为它还包含了非常多的无知跟自我的欺骗哈。我稍微念最后的那一段哈，我认为讲说，在这个情欲的世界林林种种五花八门哈，情欲的世界。情欲的呈现琳琅满目无奇不有，我们是要以恐慌警戒的情怀无知的态度面对现实的世界，还是要躲在道德教条之下视而不见见而不谈的知妻哈、哦、那我觉得那个中大如果在这处理这个事件剥夺所谓的完全的言论自由的话，我想我们是处在一个无知恐慌甚至自我欺骗的一个的世界。好，那我知道今天人很多，大概就稍微这样子提一下，那我等一下如果还有机会我再谈。谢谢。谢谢高雄的谢老师啊、哦，我想他是非常支持言论自由，那我们也支持他的论点。那我们先请刘仁鹏。我有一个稿子，所以我就照着这个稿子说一下。当我们看到某种图片而直呼太恶心的时，想要从自己身体里吐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恶心呕吐，一方面是不容于己身的异物需要排出。另一方面，未尝不是症状，身体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况，于是恶心、呕吐。当看到厌恶的东西，想要呕吐，这个呕吐感既是身体的反应，也来自自我与某种成见、习以为当然的尝试、意识形态、文化、学说、信仰、理论等等认同所划定的疆界。当面对自己的界限，身体产生呕吐感，是强烈的想要将异己排出、赶走，以解救自我与异己之间突然陷入危险的此僵彼界，以重新巩固多重幻想所建立的自我认同。在这样一个理解之下，人人会有面对自己的恶心反应、呈现自己身体症状的时刻。感到恶心的东西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正是关于自己的身体与自己有关，急需深入探讨了解的关于自我，这个自我不论是文化的或是个人的这个自我的故事。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认为我的恶心就是你的猥亵？关于猥亵的认定标准在哪里？是不是随社群、时代、地域等等的不同而有不同？曾经在民国50年代的简报上发现一张警方取缔猥亵表情的报道，那是一张照片，年代久远的简报，照片里的表情已经无可辨识，只见报道说明是警方在公园里取缔的猥亵表情。在今天看来，除了可笑，对于曾经牺牲于那个无名的压抑年代里莫名的猥亵表情犯也不生唏嘘。当走过那个郁闷不公的年代，进入一个据说更民主更成熟的社会，也许我们应当对于曾经牺牲的曾经失落的猥亵表情们进行一番哀悼，否则会不会永远分不清猥亵与恶心？而又是什么样的积习使得一旦站在当局说话位置，就表示站在一个父母管理小孩的位置，学校可以立刻发表声明说此举已超出学术自由的范围，仿佛学术自由不正之名的范围可以由校方即刻判定。
仿佛无可名状的恶心感会不会产生出越来越多的猥亵，而当局或校方的任何处置似乎都来自检举。检举之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在于某种莫名的默契，例如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的年代曾经生产出许多的检举与匪谍。检举会不会是恶心的催吐剂，同时使得我的恶心成为我们大家理所当然不正自明的恶心。今天当人与非人，这个非人包括机器动物，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再也不复明朗，传统人文主义的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与很多人的个人经验之间已经相去甚远。人与人之间，人与异类之间，网络与现实之间，清洁与肮脏之间，成人与青少年之间，所有的暴力、痛苦、伤害以及快乐共生、互惠互利的关系，那些一直充满着残暴、漠然、无知以及嬉戏、探索、亲密的关系，都亟待我们重新认真探讨。当人类从来没有问过牛是否有意愿帮人类耕田，牛是否被迫或被诱骗耕田，耕田是否痛苦，当这些问题尚未被讨论时，也许人和动物之间的伦理是一个待研究、待讨论，而不是早已经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最后，当我们都希望活在一个人与人、人与非人、猪关系之间比较少莫名的暴力与痛苦的世界时，恶心与猥亵更值得撇开既定成见而研究。各种立场位置的大人之所以看见动物与人之间亲密的性爱图片会觉得莫名的恶心，并且定以猥亵之罪，既莫名的假设这是少数人的行为，又莫名的假设这个少数必然会对所有青少年或儿童有巨大的诱惑力、影响力与强害力。这正表示这里有极多莫名的文化经济力量运作着，也正表示这非常值得成为性学研究的主题之一。那就报告到这里，谢谢老师。好，时间很少，我就接着。我也要先谢谢丁乃菲，因为我对那个我不太有机会去有很多资料可以看，因为我不太上网，我是一个非常弱智连结的人，所以那个丁乃菲mail给我一堆资料，让我有机会进入这个事件，非常谢谢。那我讲两部分哈，第一个是我觉得这整个我看了那么多报章的资料之后，我觉得有三个东西是整个纠结在一起，那我想很清楚的把它讲出来。那我觉得这一次到后来变成性别研究室变成这样的一个焦点，我想有三个层次我觉得是混淆的。一个是我觉得人兽恋或者是交的这种被问题化，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二个是我觉得真的是污名或者焦点化，甚至有点妖魔化这种威胁特定的人，我想就是何春蕊。那我觉得何春蕊是非常清楚一个学术研究和他的学术立场，还有他从运动和解放的立场，我觉得都非常清晰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工作者。那也长期支持解放运动，所以我认为这是有点妖魔化、特定锁定这种污名化、焦点化这个特定的人。第三，我觉得其实我认为是这一次，如果拿某个运动空间的拓展来讲，我其实觉得是重点是，把这种行政管理的职权和一种惩罚性的监控，我觉得混淆在一起，所以因为我认为行政是有它的管理的职权，这个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它变成一种惩罚性的监控。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三个层次的混淆的时候，它用一种学术的，变成用一种学术，恰不恰当？网络资讯的空间用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而下面支撑这一种形式的是教育儿童和教育青少年的一种道德的证明。那我觉得站在学术的立场，我觉得如果一般在讲学术压迫或白色恐怖的话，从前好像停留的层次是在政治，那种政治的层次，有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也只会停留在一般的校园内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之内会有寒蝉效应，但是当他很合法化的把儿童青少年的一种教育证明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把一般的父母的各种在他们的儿童青少年在现在这个世代中面对未知而得要下一代自己来面对和思辨的这种焦虑其实是卷动。好，所以我认为如果要谈学术自由的话，这一种严肃性恐怕是比也许50年代白色恐怖所谓的学术自由，我觉得它的意涵在现在是在这里。那下面第二段我想讲，我其实也看到一些运动的发展空间，这个是我在读那些
检读那些 email 的讯息的时候，第一个是我其实觉得蛮重要的是这个物种压迫和性道德的压迫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个空间开始出现，那但是这个空间需要厘清和对话，我觉得会需要蛮细致的，所以我觉得和动物保护运动对物种压迫的探讨我自己觉得很重要，那而且这个重要的意义在台湾是因为我觉得动物保护运动以及所谓的自然和素食的运动，我觉得在台湾是有它的社会条件和空间的，那但是这里面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社会历程啊，所以我其实看到这个运动空间，那很希望有人可以往这边再开拓啊，那我当我讲运动空间的时候，比较会希望不是只停留在文字上的讨论，而能够有真的具体怎么样进行对话。第二是，我也觉得它提供这个社会很好的一个深化运动的某一个思辨的历程。那个历程，特别是比如说谈到人和动物，谈到性别的压迫，以及我们比如说日村我们从事的祭权的运动，我觉得一定程度运动的开启和某个阶段会是一个人为另外一群人或另外一些受压迫的人作为某种代言，但是然后是协作，然后当然是要慢慢开拓这个社会的条件和资源，让被污名被压迫被扭曲的人用他的方式可以往前，所以这种协作的一种解放过程在一个运动开展里面，人我怎么对待包括人和动物，我也认为这种关系和伦理其实是这次也是蛮好的，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过去因为我们不会谈到，很少人去从这个角度去谈跟物种的关系，就是人种和物种，就是人和动物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的运动空间，这个是我认为这次的第二个贡献。第三个贡献跟前面讲的一样，我认为它对行政权的公开探讨，包括中大和两性平等委员会是不是我们可能从今天开始非常清楚的邀请他们是可以公开的被检查那谢沃荣也写了一封他称之为很八股的信，那既然很八股，我想那个校长应该很公开很开明的接受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有关行政权的公开对话和讨论，反而是也许我们这些运动团体应该要用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去邀请，那我觉得行政权的检查是重要的。那我想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最后我想讲一个，这次谢谢这个事件让我度过了自己一个小时候的神话的人兽关系的焦虑我小时候一直从小，我外婆很爱讲故事，我最深刻的一个我一直记到很老都会想到那个故事，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女的她爸爸在村庄里面受欺负，所以她家的马是一匹白马，对不对，就出来说要帮她救她爸爸，后来又承诺他要娶她嘛，后来呢就那个女的就背叛了，因为那是一只马嘛，好，但是呢那只马就把那个女的就载到马背上，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跑到后来等到乡人在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马皮卷起来死在里面，然后变成后来那是蚕宝宝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充满着焦虑兴奋和害怕这样那从前一直不能够解的就是她最后好惨哦，死掉了虽然知道蚕宝宝是一个有益于众人的事情那所以这次这个事件让我一路晚上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一路在想这个故事，在经验自己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我也觉得变成那只白马蛮有尊严和价值的那我向来讲求公义，所以我就觉得它也背信了嘛，所以被卷走好像也合理那这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也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都存在，那如果有这种空间的话，我觉得人身上这样的经验是可以被带出来有一些通过的。好，谢谢。好，我看到那个其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很有感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台大教同性恋有关的课程嘛，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大家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觉得其实我对于那个事件，我最直接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台湾这个民主化之后，我实在不知道说台湾到底对于民主化一些基本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价值是不是有坚持或信仰那我觉得其实就算用比较，因为在座有很多人用比较就是更具启发性的观念来谈，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社会就算是比较保守的主流也不应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所以我讲提出的第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学术自由的问题那我觉得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混淆就是始终在混淆说研究人兽恋跟
人兽恋这个行为本身，就把它混淆在一起。因为就有听到有这个行政院的两性委员会出来讲说什么动物也是有伦理啊，然后就是什么性爱也是有伦理的，所以不能乱搞之类的。那可是问题是，这跟这个议题根本并不是直接相关，因为就是中央大学的性别研究室本来就是一个研究跟性别跟 sexuality 有关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学术单位，所以他当然有责任去研究任何跟性有关的题目。那这跟你觉得人兽恋行为本身能不能够接受，这根本就是两码子事情。那我觉得在整个报道中不断把这两个揪在一起，就是去动员大家对于人兽恋的那个恶心，然后把它转嫁到一个对于学术研究的前置上面，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第一点就是他其实这个第一个必须要被厘清的。那我觉得你本来不论是再糟再看大家一般人觉得再恶心的东西，那就学术研究的观点其实都有研究的必要。那所以说中央大学有做人兽恋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学术自由，是必须要被保障的。那所以我想整件事情如果真的稍微有点值得争议的空间，就是说也许还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是说学术网站上面是不是应该要连接到可以是否有这样的性爱连接，那跟性爱图片的连接，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我看到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指控的团体所要动员大家的恐惧是关于比如说青少年会误点进入网站。那我在我的发言稿上有提到了一些也许看起来很天真的质问，不过事实上是很实际的，就是说台湾社会到底是不是现代社会，我实在非常怀疑啊。就是说这个大家常常在担忧一些根本跟实际状况差距非常遥远的事情，譬如说大家就会觉得说有人会误点入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网站，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不了解大家在使用网络的习惯嘛。就是说谁要找色情图片的人会去点中央大学的性别研究室，对不对？青少年要误点他也不会去点这个，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就好了嘛，对不对？那网络上色情图片有那么多你怎么可能去误点到呢？所以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要去点性别研究室的网站，然后点了之后明明看到上面有个人兽恋，然后自己已经觉得很恶心，还要点进去看一看说那个图片到底是怎么恶心法。这不是就说这完全不符合一般人的行为模式跟习惯嘛？就说在一个这个自由社会里面，其实就是说有各式各样有各式各样的人的需要，那有各式各样人的提供，那你不喜欢你就不要去看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你不要去干预别人有机会接触的那个管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说他其实在台湾很多关于网络的管制都是出自于非常不实际的一些考量，就他觉得他可以加以管制，但事实上任何去网络曾经浏览过的人都知道说那个事实上是一个没有办法掌控的世界。台湾不断在嘲笑中共如何来用不可能的方法在掌控网络，但事实上我们也想要有些团体也想要做类似的事情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想要对外号称他要达到的目的跟他想要做的事情根本是手段跟目的之间是没有办法做那个理性的连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综合起来看呢，我会觉得这整个事件根本就其实是一个政治斗争的事件。因为不然你不能够理解说他如果真的那么在意色情图片或是有关于台湾就是说会污染青少年的问题，那我觉得台湾目前值得他们去大声疾呼的事情还有很多嘛，对不对？我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在讲说最近还有一个更惊人的事件他们应该去多注意，就是那个最近有一个本土的 AV 片，对不对？就是那个台湾水电工很造成很大的轰动。那事实上这 AV 男性跟女性都已经上了东森新闻去接受访问了，那我觉得怎么没有这些团体出来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就说这难道不是更惊人的发展吗？对不对？已经接近于日本的那个程度的惊人发展了吗？那问题是他们并没有看到这相关的保守的团体出来指控，所以表示说他们其实只是这个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是很针对某一个个人，就是何春蕊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个人的就是所谓权力斗争的问题，就是说不然的话你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就是更严重的事情，他们并不加以在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是利用一个所谓的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来达到个人斗争或是言论管制的目的，就当然希望有噤若寒蝉的效果。那所以整件事情我觉得更令人觉得失望的是中央大学的反应嘛，就是说我觉得中央大学当然他面对外界的压力，可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学术单位，他应该要了解学术自由的范畴跟界限在哪里。他当然必须就外界有压力，当然个别保守团体向来都会有他们的意见，但中央大学居然附和这样的意见甚至于那我们可以讨论比如说那个网站的连接适不适合，但这跟何春蕊适不适任作为教授怎么会是同一个问题，就说他一个网站而且就只是那个连接适不适当，也不牵扯到整个网站适不适当的问题，那当然更不会牵扯到何春蕊
个人是不是认为教授的问题。所以很明显就是有学校里面也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做类似的政治斗争。所以我觉得是整件事情让我的感觉是觉得非常的悲哀了哈，就是说台湾社会到底有没有办法了解一些基本的价值，就是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听过这句话，就是说你有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从我们高中还在戒严的时期到现在啊，都看不出来到底台湾社会进步在哪里，就是说台湾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呢听到别人有自己不想听的意见就很想要把它出之而后快。好，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违反一个基本的那个民主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不管说大家对于人兽恋本身你采取一种比较前进的立场或是比较保守立场，我觉得都无所谓，但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大家必须要能够坚持到。那这是我对于整件事情最大的一个感触，而且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基本界限必须要把守住的重要的原因。大家好，我想我接着那个朱老师的话题哈，继续谈一下这个超链接哈和这个学术自由哈这个之间关系，因为这个是被拿来大做文章的这个一环嘛哈，就是说觉得说这个是在学术里面是不合适哈，那或者是说这个应该要啊，比如说他把它超链接拿掉啊，这就好像一刀斩断是非根啊，就好像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那可是实际上呢，对这个是我们从即使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啊。那我想在座的大家都是网络的这个常常的这种使用者了啊。那我们基本上来看啊，假设你的指控啊，就是它是公然散播啊，那这种呢强害啊青少年身心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话，好，那我们就要看这个超链接离公然散播这个距离有多远哈。一般来讲，我们讲网络上嘛哈，最明显的所谓公然散播是 email 哈，就是你的信箱每天被灌进很多东西哈。那这种公然散播是他主动的哈，来就像我们坐在家里有人敲你的门哈，他主动的上来哈，不管他是来传教啊，或者是来卖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哈，这是他主动的一种动作啊。那这个是公然主动的散播啊。那第二环呢是什么？就像 BBS， 有人觉得你贴在 BBS 上就是公然主动的散播，因为任何人走到那边就会看到。那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就好像在街头上啊，你在那边贴一个广告啊，对不对？经过人就会看到，对，比如说你在华纳微秀啊那边呢摆个摊子啊，那经过人就会看到啊，这也是公开的散播。可我们要晓得啊，这个类比呢在今天网络世界上就是不适用的啊。我们比如说假设我们台北市有10,000个华纳微秀广场，对不对啊？那你在那里随便你哪一个放一个，你就说这个就是大家都会看到的，不得了了啊。那我们的青少年啊，因为呢常常逛华纳微秀，可能你有一万个华纳微秀，对，那这个实际上呢啊，它的所谓公然散播的这种性质呢也就淡了非常多了。何况我们现在的 BBS 站啊，我想即使在台湾呢就绝对对，就说超过10,000个好，那我在上面假设是一个学术的网站啊，我在上面贴各种各样的讯息，坦白讲啊，这个绝对就像刚才周老师讲的，你绝对不会不小心就点上来好，那点到几率啊，那我们当然不想说跟中乐透或干什么一样好，那其实不是很强啊，对。那第三呢才到网站啊，网站大小这件事情啊，你是不 search 啊，你不搜寻呢是找不到的啊，对。而且呢你所谓搜寻有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关键字搜寻，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利用对这些网站之间的连接啊来搜寻。譬如说现在很多人可能看报纸他说这何春瑞是谁啊，对，你不晓得你说不定会，哎，那我说不定去问那个指控他的几个复议团体啊，说不定透过他们我才晓得，哦，原来何春瑞是谁，对不对？我可能不晓得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这个网页在哪里，那我是透过什么攻击他的啊其他的网页才立刻过来的，对不对哈，啊？所以呢，像这样子的情形啊，就已经在第三层了，就是在 email 哈，啊，BBS 到网页，那最后一层呢才到超链接，对不对？我的网页本身并没有复制，大家晓得你要复制的话是还有什么智慧财产权啊等等哈，这方面的所谓另外一种哈，我们现在也常常讲哈，这个网络规范哈，某些人喜欢谈的哈，这个另外一种考虑嘛哈，所以你实际上呢哈，已经用超链接哈，那么这个超链接实际上就是你不去点哈，就是你不去做这个动作，甚至说你不去哈，对，做出这个努力哈，实际上你还找不到的，对不对？那
就像我们这次看好这次事件的整个网站啊，那上面正反意见都有，非常好，对不对？我们看上面很多质疑哈，就中央大学啊性别研究室或者是何正瑞啊本人的啊，那就完全就提供在上面，讲我们上去看啊，坦白讲就会觉得得到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印象啊。如果呢那上面只有这个支持这方面的言论，那其他那方面我就是只把他的这个网址或请跟某某人联络啊，对不对？就写在上面，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算什么一种啊完整性的一种学术的态度呢？哈、啊，那实际上呢，每一个都是这样，你只要想看就可以 click 啊，那就可以看到内容。我觉得这是其实我们在谈学术自由一个啊最基本最基本啊。那我个人是觉得，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好、啊，我们至少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要争取到 BBS 啊，我在上面呢可以放任何所有的东西。对，你要上这个版，那是你。那就是已经是你的选择了，哈，你绝对，我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硬要塞到你的 email 信箱里面去，哈，就不算公然的散播。那这就是我们学术自由必须要站的这个底线是在 BBS 这里，哈，绝对不是只在网页，是那当然绝对不是在超链接，哈。那有人觉得这个超链接很方便，我觉得这方便这件事情，啊，青少年就是因为方便，哈，那就会这个受害。我想方便这件事情，哈，我们从这个科技发展史哈，这科技的法律哈，两方面的这个缠斗哈，我想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汽车刚发明的时候，原来是有人要立法禁止汽车的哈，因为汽车可能被当作一种犯罪工具嘛哈，那犯人犯案之后，他可以很快的离开现场哈，对不对？那汽车呢就变成一种呢帮助他的这个哈，我想在今天来讲这个，大家会觉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个方便这件事情，当然是在今天来讲哈，上一代人觉得哈会。就说这个哈会的方便的定义可能跟下代已经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现在谈网路，网路其实就是一个路的概念哈，路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用车的这种方便哈，路的方便，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家觉得外面用的路，你会区分国道、省道，谁是省什么的路哈，那然后呢才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走这条路，什么东西不能走这条路啊，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即使只从技术的观点来看呢哈，都可以再继续思考的一些。好，那我就提供这样一个观点，谢谢大家。我先提一下，刚刚来这里的路上，我车上打开这个广播，然后上面说那个轩轩跟阿贤啊，今天被这个警方起诉，妨碍风化罪。然后那个广播员还说他们警方认为他们行径十分嚣张，不啦不啦不。那。所以这个所谓的性恐慌啊，就是说虽然说中央事件主要是说性恐慌下的学术白色恐怖，但是这个性恐慌这个问题绝对不止于在学院圈，那如果我认为这个学院外的这些事情啊也是性恐慌，然后在这个大的氛围之下，如果没办法挑战它的话，这个学院的这个学术的自由可能也会更紧缩啊，这附带一点。那我现在昨天晚上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他们学校有个开通识课程教性教育的教授，可能在这次中央事件之后呢也要出事。那么这个大学的名字，他教授的名字我没办法在这里透露，因为怕可能又被媒体记者知道，然后又搞出这种性恐慌出来。但我可以稍微说一下事情的经过，事情大概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教授用了一本这个书，我刚好有哈，叫做这个 Super Sex 超级性爱，那么他把这个当作这个读物，还在课堂上讲这本书的内容。那么这里面的图片都没有打马赛克啊，有一些性爱图片，虽然看不到男性的阳具，但是这个里面的姿势或什么，这是全裸的模特，只是看不到阳具。那么里面呢，除了教导怎么样做爱之外，是非常好一本书，非常实用啊。怎么样教双方享受性爱之外，还有比方说这个教怎么样很健康的玩 SM 的性游戏。那还有呢，这个鼓励女性自慰，然后叫女性都去买那种震动器来自慰。那他这个是这个写这个的人，号称是现在英语世界数一数二的性学畅销作家。那么我买来之后一直没看，我昨天翻了一下，发现这里面让我获益良多。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过这本书的，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者，大概看我一样，看过之后会觉得很惭愧。惭愧是自己性爱能力太差，愧对了自己的爱人、性伴侣、先生或太太。好，
那么这本书当然有缺点，我这里就不说，我只是说出版这本书的公司是 DK， 它出了一系列印刷很精美的旅游手册，有一些其中有一些在台湾有翻译，非常好用。那它是很有名的出版社，我是在英国的一家美国连锁书店的 Borders 买到这本书，那这个书就放在一进门的这个畅销书的书架上，所以这书非常有卖点。那么我觉得用这个书来这个来台湾当这个通识教育性教育的这个题材，我觉得非常适当，因为教大学生享受性爱，教他们性爱过在性爱过程中体贴性伴侣，同时满足自己，我觉得这是又到底怎么不对，这很好。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这本书为我的朋友的同事就有了这个麻烦。那麻烦是怎么样？就是说，听说修这个课的学生很多，那不知道是其中有些学生还是学生的家长，还是说这个学校其他的教授就跟校方打报告。那么校方的这个当局就怕说这个事像中央这个事件一样层级升高，而且尤其怕就引起这个主流媒体的注意啊，因为一旦这个媒体出来啊，那很多教育部啊、儿童保护团体很多一大堆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呢，这个他们校方就是先向这个我朋友这位同事施压，就是警告他不要再用这本书，不要再教这个书的内容，然后基本上这个相关的题材啊，就比较麻辣的都不要讲。但是昨天我们电话里也讲，就是说我们在想说这个事可能很难就这样就结束，因为这在他们学校已经是大新闻，所以很可能就像这次中央大学的这个事件一样，总会有喜欢就煽动性恐慌的新闻记者把这个事在媒体上曝光，然后就引起非理性的道德谴责。那么然后接下来的情节我猜很可能是哎，那该校当局就不得不向这个主流民意跟教育部表态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位教授的适任与否好像又会变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说白一点，世人与否说什么，就你不低头，我就反正我就把你开除，反正到时候主流民意跟教育部都站在校方这一边，所以你要不要低头啊？那么我朋友就问我说，我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他的同事？那我说我不同意这个中时上面施威权说的啊，你那我想我这种建议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写的并不好啊。那么关于基本人权的保障，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公共秩序、什么社会、什么什么什么，可以，所以他这个本来就写的不好，也没有这个美国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而且呢，我们就连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政惯例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打宪法官司其实蛮不利的。原因之二就是说，我们的宪政民主已经越来越像是这个民粹或者是暴民的民主。只要是这个所谓的主流民意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或道德不正确的事物啊，多半都会被惩罚、被修理、被禁，啊，尤其是与性有关的，就是特别是这样。那么还有第三个我的观察原因，我观察说过去几年啊，台湾的这些民粹派啊，已经发展出，尤其是这个性这个保守民粹派，发展出一套似是而非但是具有庞大社会影响力的论述，比方说什么，哎，言论自由不能无限上纲啊。学术自由也不能无限上纲，啊，不能在拥挤的戏院里面喊失火，啊，这些大家一些不在报纸上都常常看到。那么这些话其实呢，在我看来就都是废话嘛，因为有什么自由是可以无限上纲的，啊？那谁会真的认为说在拥挤的戏院里喊失火是基本人权？对，因为你喊失火，这个人会挤死人、踩死人的，这个是保障基本人权，所以说你不能在拥挤的戏院喊失火。所以，但是就是说这些废话的人，这废话常常在主流媒体上面、这报道上出现。我觉得，对于什么是公民的基本的自由权利，什么是基本人权，什么是学术自由，几乎是缺乏最最基本的概念。所以，老师在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或看到自己不喜欢的图片的时候，就鼓吹啊，赶快国家，哎呀，赶快或者是你学校或者怎么样，教育部的施压，哎，赶快把这些东西都禁掉。那么这股歪风呢，这最近几年越吹越厉害，那么很明显呢，就跟这个所谓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的这个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而且我认为已经吹到了越来越是歇斯底里的地步。那么我这个呼应刚才朱伟成兄说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宪政民主、自由民主最可贵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就算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言论，觉得你说的都是错的，会对你的表达方式、你网上放的图片感到十分厌恶或恶心。但是我会据理力争，以理服人啊！我不会也不应该要求的国家把你的言论或表达方式禁掉。那么相反的，如果有一天你也不同意，你完全不同意我的言论，你觉得我说的都错，你觉得我放的图片很恶心，你觉得很厌恶，那你也是应该要据理力争，以理服人。你不能说要求国家在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言论或表达方式都禁掉。
那么台湾最近的发展趋势刚好是跟这个所谓这个自由民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那么已经越来越像是这个十九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这个约翰这个密尔或穆勒，他对于这个所谓这个多数暴虐或者民意暴政的这种描述啊，就是典型的一种民粹这个暴民式的这个民主。那我比如说在这次的这个动物链事件里面啊，我自己比方说我也不是说完全同意然后卡维波教授对动物链的看法，不是完全同意，那么我对于一些从动物保护的角度对动物链所提出的质疑，虽然我也不是完全同意，可是我也觉得蛮同情的。那么如果各位任何人看过最近几期破报上面关于动物链正反双方的辩论，我相信就不难了解说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学术自由到底有多重要。在这里我必须要说，不管我们对动物链的看法是什么，你是正反或怀疑或什么都可以，这个相关的辩论会出现，主要在台湾就是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之所赐。那么让这些辩论能够持续无阻碍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就是让这个性别研究室网上关于动物链的讨论以及那些动物链图片超链接继续存在下去。我最近几天很想这个研究一下动物链问题，我上了很多英文网站，把当初 Peter Singer 他们的辩论拿出来看，我想写篇东西，结果我要找到中央去找这个动物链图片看不到。那么看不到这些图片呢，我对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就没有把握，所以一直都写不出来，感到十分苦恼。我可以跟各位说，中央上不去，我尝试要上一个网站去看人兽交的图片，这个网址是 www.rowfarmsex.com， 结果不知道是谁搞的鬼，我每一次点进去都自动被转到一个什么亚洲交友中心的网站。我猜这个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台湾政府相关的当局搞的鬼，我就想问说，到底谁赋予谁这么样重要的思想检查或图片过滤的权利呢？为什么不让我看人兽交图片啊？还有18岁以上的大学生还被当小孩也不能看，为什么不能看啊？为什么大学教授也被当小孩？我觉得这次明显的他把大学教授当小孩，好像校方啊教育部这是训导处啊，我现在说人了好像不太恰当，但是我现在相信这个性质好像也差不太多嘛。那么所以让人好奇，是我的意见跟社会主流的这个民意一致，我就可以任意侵害这个少数人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公民权利与人权。那我最后再说，这个猥亵性的言辞，有人说猥亵性的言辞图片不在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保护之列，这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男生很无聊，你脱了裤子在路上去走，然后玩弄性器官，你说这个是不是猥亵？我说像这个东西啊，当然有些人说哎，这是猥亵，是应该禁止。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问题是不一样问题啊。这个说猥亵性的言辞图片不在言论自由表达时，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其他国家关于这个猥亵性言辞或图片的判例，我们就不难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判例，通常非常不一致，几乎没有判准可言。美国有位大法官说，我没有办法说明什么是猥亵性言辞或图片，我也提不出判断，只有看到东西的时候我才能做出判断啊。这话什么意思？这话是说了就对没说，就等于说正好暗示了大部分关于猥亵性言辞或图片的不利判决，基本上大概都是屈从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民意或 Mill 所说的这个多数的暴虐啊，这下面的产物。第二个，如果我们去比较不同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啊、各方面关于这个对于这个猥亵性言辞图片的判定标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标准也是南辕北辙，让人无所适从。那么我觉得这也再次应验了刚才说的，就是说几乎所有这种关于猥亵性言辞或图片的这种不利的判决，大部分都是屈从于这个密尔所谓这个暴虐的大多数啊的名义下的这个产物，尤其是在性方面特别保守，或者是说行动开放、姿态保守，或者是说极度这个性伪善的国家，像是台湾啊，就越是会大搞这个性恐慌。那么我觉得不是说这个轩轩跟阿贤太嚣张，我觉得是台湾的这个民粹的这个性保守派是越来越嚣张啊，基本上被他们看不顺眼的啊，都会被扣上这个哎猥亵性言辞或图片的大帽子啊。那么我再回到就刚刚这个超级性爱这本书啊，我说到这本书里面性爱图片都没有马赛克啊，内容而言除了就是很麻辣啊。那么但是这个书在英国书架上畅销书，但是这个在台湾哈，因为这个一定会被抹黑成是这个猥亵性的言辞或图片，好，所以呢，我们说猥不猥亵是不是可以真的由一群这个暴虐的多数来决定的？好，民意没有错，可以决定政党能不能替，可是能不能为我决定说我能看或不能看什么东西？对，所以。
所以这个 John Mill 说这种民粹或暴民民主啊，他说这 marks the chief danger of the time， 就是标志着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一种危险。啊，我就以这句话与在场的各位共勉。啊，那我对不起，我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我刚才说我朋友那位同事哈，因为这本书而惹出麻烦的同事哈，其实并不存在哈。刚刚说的与这本书相关的情节是我自己编出来的。如果刚才各位信以为真或觉得确有其事的话，不要怪我愚弄大家，因为我觉得如果台湾的这种性恐慌继续蔓延，如果真的有大学教授敢用这本书当性教育教材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刚刚编出来的虚拟情节很可能在现实世界里就会上演，而且八九不离十。好，谢谢。非常抱歉我没有提供书面的资料哦，那就是我已经写了10000多字了，可是问题是还没有整理完，我早就知道时机再来发表。那其实难怪把这件事情搞定了，我也非常开心的，不然我就在想说的，再来就会轮到我要去帮他催人辩护。大家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哈，那我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所以我就把目前在台湾有关于法律的部分啊，不管是实务的见解跟学术的见解呢，全部都给他找出来了哈，然后也包括一些外国的一些立法例。那我想做一些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提出法律在这个部分目前的看法跟他自己本身所做的一些反省，来给各位做一些参考。那也试图从这当中找出一些将来可以当作辩护的题材哈。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目前在现行法律里面对于刚刚所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规范呢，主要是刑法第235条里面的规定。那刑法第235条的规定是说，你散布、播送、贩卖猥亵的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者其他物品，或者公然陈列或者以他法供人观览或者听闻的话，都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条文，那这样的一个条文到底刚刚也提到在解释上面怎么去解释什么叫散布，什么叫公然哈，那当然都有一些解释的空间。不过现在比较谈的是什么叫做猥亵哈，什么叫做猥亵。那以前比较早期的时候，其实行政院新闻局有对什么叫做猥亵呢做了一些解释哈，那主要包括5种状况是会构成所谓的猥亵哈。第一个是内容记载足以诱发他人性欲，然后强调，第二个强调色情行为哈，然后第三个是人体图片如果暴露乳部、臀部或者性器官，非供学术研究之用或者艺术展览者哈。然后第四个是刊登妇女裸体的照片，虽未露出乳部、臀部或性器官而姿态淫荡者。第五个是虽然是涉及医药卫生保健，但是对性行为过分描述者哈。那这个是我们新闻局以前在查扣所有的出版品里面会涉及到猥亵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判断的基准。那这些判断的基准，其实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有人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已经申请过了哈，申请过了。那在大法官的会议解释上面呢，基本上大法官认为说新闻局站在他主管机关的立场，那么他定了一个这样的函释哈，他认为其实跟宪法是没有违背的哈。那当然他也讲说，可是呢法官呢，你不受到新闻局定的这个标准的约束嘛哈，你可以在具体的个案里面自己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构成所谓的猥亵啊，你可以自己本于你自己的确信适用法律自己来判断，不受行政机关函释的这个拘束。那在这个解释里面，他也特别去定义说什么叫做猥亵哈，他就说指一切在客观上面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并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者厌恶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碍于社会风化的出版品。他的判断标准就是这样哈。那么他也解释说，猥亵的出版品跟艺术性、医学性、教育性等出版品的区别啊，应该要就那个出版品整体的特性跟它的目的来做观察，而且依照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来决定哈。所以在中央这个案子里面，当然大家前面已经提了非常多了，其实是可以用学术的观点来做一个辩护的一个理由了哈。那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空间了哈。那么所以又继续看这个解释，这解释里面也提到，就是说有关风化的观念哈，那么会随着社会发展的风俗变化而有所不同，所以应该基于尊重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言论还有出版自由的本质，那么兼顾，但是他还说要兼顾善良风俗，而且要兼顾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维护，要随时检讨改进了哈。这是我们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整个内文哈。那这个解释出来之后，后来我就翻了一下我们的目前实务上面的见解，包括我们高等法院的一些判决啊，找出来大概看得出他们对猥亵的认定还是蛮传统的，就是说他认为散布这些
刊物啊，他的想法，他认为说足以使看的人的精神心理趋于堕落。然后呢，所以他们判断基准是只要这个图片能够会刺激人的性欲，然后显然有悖于社会善良风俗，他就会认为是构成的。好，然后所以如果说像那种有关医学的书那种东西啊，你可以，你如果你就平铺直述这样过去，那是 OK 的啊。但是如果你给他描写的非常的精彩的时候，就是不行。因为你写的非常精彩的时候，你就会让他引起有那个冲动，所以这样就会是不行的。然后在案子里面，很多人都会去讲说，哎，那日本可以啊，日本可以，为什么台湾不行？同样这本书，就像刚刚陈宜中提到的，英国可以啊，台湾怎么不行啊？那他的说法很简单，他就说呢，他是说这个像中国跟日本台湾跟日本啊，两国虽然都是东方的国家，但是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刺激的程度不一样的。那么两国对于男女性观念呢是迥不相同的。那么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说在日本啊，房间色情书刊到处可见啊，男女也一起洗澡啊，这个是常见的。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告诉我说因为在那边可以，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所以他就认为说，上男因为上开书籍呢是翻译日本的原著，据认为说它并不是一种猥亵的文字，所以还是会去认为构成的。那这是实务上面的见解，大概目前对他的判断基准是这样。那我再来说学者的见解。那我查了我们所有刑法的教科书，韩忠谋啊、楚建宏啊、王振兴啊、周志平啊，看起来他们整个的判断的基准都是认为刺激淫欲，他不说性欲啊，刺激淫欲，使人发生羞耻嫌恶的感觉，然后足以助长淫风的话，全部都算是哈，对，全部大概都算是哈。那么所以大概都会采这样的一种评价的一种方式哈。那当然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叫猥亵，什么叫做艺术，什么叫猥亵，什么叫艺术。那猥亵跟艺术的关系是什么？那有的会认为说只要是艺术就不会是猥亵，那有的就会认为说其实猥亵跟艺术是有某种程度的中间有一些重叠在的哈，所以不会因为它是艺术它就不猥亵。嘿，而且甚至于有人就会认为说艺术家最重要的任务是他必须要引起，如果他是要描写一个有关性的议题的话，那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他要能够引起读者，跟一个比较高超的艺术家是要能够引起读者跟他产生共鸣啊。所以他画了半天，然后人家一点都不激动的话，那这也不叫做艺术啊，不是，这就不叫做是艺术啊。所以就对这个东西就会一直有一些有一些论辩哈，有一些论辩。所以他们说的这个论调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他们还是认为说性欲这件事情一再的在那边传播的时候，基本上它会使人丧失人性啊，而且它也就是说它透过生理上的一种刺激反应行为，这种粗野的性行为会贬低人的尊严，而使得人只沦为性欲的客体，就因为这样所以要去处罚它。可这样的说法有时候就会认为说我们不讲食色性也嘛，然后提到食物，我觉得食物也会这样啊，就是说也是一样，一盘非常好吃的东西，然后刺激你反应行为，就流口水，然后也是会让我们沦为是一种食物的客体啊，有可能也会点。你看为什么食谱不要进，食谱不要进，所以基本上那些论调就会觉得让人家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后来有一种论调就开始认为说，好，那猥亵跟艺术的差别就在于一块，它表达的手法高不高超这样哈。如果手法表达的比较精致的话，那是艺术；那手法如果表达的比较低劣、赤裸裸的，那可能就是一种猥亵。可这个地方就会有点阶级的问题会存在哈，阶级的问题会存在。所以针对刚刚类似这些比较早期的刑法的学者的前辈的这些意见啊，在晚近的刑法的教科书上面，我们看到其实蛮多的学者对这些看法是批评的，甚至于对刑法235条的立法是反对的。其实刑法235条呢，在民国88年刑法修改的时候呢，它曾经有一度被改变，也就是说那些刊物的散播哈，本来在88年修法一读会通过的条文呢，是指对18岁的人以下不可以做这些散播的行为。但是成人之间人家要去做这样的散播的话，那基本上没有去禁止的理由跟必要，所以在一读通过条文基本上是针对18岁以下的人。可是到一读通过之后，后来在二读的过程里面啊，其实妇女团体是有介入那个谈判的，在立法院里面朝野协商的时候是有介入的。那在介入的过程里面呢，后来就又把那个对18岁的那个条文拿掉。
那拿掉，因为我有在现场，我知道他拿掉的理由是因为，妇女团体讲了一个说法，他那个说法是说，如果要争，他们其实那时候在场的妇女团体，他们也不反对说，其实那个恶性是在于说，如果是针对十八岁以下的人，那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受到这些图片的刺激会被怎么样？在场的其实不反对说，其实加一个十八岁，就说他认为那个危害性其实是针对十八岁以下的人，他们其实是不反对的。可是他们怕一个理由是说，那我如果加了一个限制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散播的话，那几乎没办法抓，几乎没有办法抓，因为每一个卖的人就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卖给十八岁，都卖给十八岁以上的。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能够去执行他本来想要达到的那个保护的那个目标，嘿，所以。经过协商，经过交换，经过折冲，我想上次报告过，所以最后还是没有通过，没有通过那个条文哈，所以还是维持目前现状的这个235条的规定。那对这样的东西，包括学者黄荣坚或者林三典，他们都做了非常大的一个批判哈。那他的说法是说，什么叫做色情的物品哦？它是不是有利或者是有害哦？完全要看一个人怎么样去接触它，怎么样去使用它哈。那么在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观点很清楚的，色情物品有它的有益的地方存在。好，那他认为说色情物品跟舒宽有害人的时候，就只有限于身心发育还不成熟的小孩子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是说，怎么样让这些青少年不要去接触到这些东西。好，对于贩售地点或者贩售对象做一些规范，但是你不是全面去禁止他，因为他觉得全面禁止他已经超过保护目的的必要性哈。而且一个成年人不会脆弱到说他看着色情书刊就会受到伤害，而且相反的，他认为对成年人来讲，这是一种权利，不应该给他剥夺的哈。所以林三典教授也认为说，这个把条文加以限缩，这样才是对的，是比较合理的。那你现在没有给他限缩的话，那基本上已经保护过当哈，保护过当。那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我们去讨论说，什么是猥亵，什么是艺术，什么是不猥亵，他觉得重点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去做讨论的，因为他会因人而异嘛，因人每个人对什么叫猥亵的认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整个讨论重点应该是放在说，散播的部分怎么去规范到说，成年人的散播或者是未成年人的那个散播，所以他认为应该是给创作自由者一个最大的一个空间，好，那都可以去做，但是在效果的领域上面，怎么样去给他限制那个散播对象不要到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的这个部分来做处理才对的，而不是再去讨论什么叫猥亵，什么叫不叫做猥亵，因为那个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存在哈。所以你看到在外国立法例里面，我这边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纽约州，一个是德国的哈。那纽约州的刑法基本上它也是禁止向未成年人去贩售这种描述裸体啊、性行为跟性虐待的这些艺术的作品，而且禁止儿童去进入到这些含有裸体艺术品的一些艺术展览哈的这种处理方式哈，这种处理方式。然后在德国的书上面的见解认为说，艺术自由跟青少年保护基本上是同等要被对待的，同等被保护的。那如果说你要因为少年保护来限制艺术自由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对成年人是不是有适当的限制，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案可以来做一些处理，两个基本上权利是一致的哈。所以反而去讨论是不是猥亵并不是那么重点哈，是怎么样去对未成年部分来做一个处理，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陈志龙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但是在立法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种更精确的说法，是有不情愿观众的权利。我们刚才提到说有一些团体他觉得恶心嘛哈，那对这些不情愿的观众的权利的保障到什么样的程度啦？也就是说，像这次何春仁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已经跟你注明了，你再下去，你下面你会看到的是人兽交的图片。那你如果是一个你不能接受，你觉得会恶心，你就不要进去看嘛。所以也就是说，对那种不情愿观众的权利的保障在什么地方？那所以就是解答刚刚陈一中老师提到的，有的人觉得不恶心，有的人觉得恶心。那你的权利跟我的权利基本上都应该要被尊重嘛，都应该要被尊重。那你不能够说你觉得恶心，然后你就要求大家全部都要觉得恶心才可以呀、啊？那你就恶心，你不要看了、啊。那我不恶心的，我来看啊。所以那种不情愿观众的权利在什么地方？去对他做一个保护哈、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在技术上里面去做，在技术上里面去做。做规范的哈，所以不一定要去牺牲到一个人的创作的自由、艺术的自由，或者成人的有关于色情书刊的阅览的一个权利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整个看过来的话，我自己觉得大概在整个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看得到，就刑法第235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觉得针对何老师这样的一个案子，我觉得在节上当然有些空间存在，有些空间存在。那我也觉得就运动的立场来看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比较宽广的空间的话，那个刑法第235条怎么样去做一个立法上面的修法，我觉得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我只是很可惜，就是说在88年那一次的修法里面，没有尽全力去让他通过那个条文，才会今天这样的一些纷争。那我希望今天这次的座谈会马上就可以成功，那我们可以不用去辩护。OK， 那我就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我今天看起来比较是像来插花的哈，因为我本来是那个新竹市的那个丰城社区大学孙春在主任哈，跟我讲说今天有一场这样的座谈会。那因为它的主题我们本来在网络上知道了，就是这个争议。然后我本来就觉得说，来这边支持，来这边声援其实蛮好的，就没想到后来收到 email 之后，已经被排成鱼摊人这样子哈。所以今天比较不好意思，我是代表那个新竹市的青草湖社区大学，好来这边表达一下，就是说，因为刚才大家可能都是从比较学术的这个立场来看，其实我们社区大学其实都是比较从比较社区或者民众立场来看这个问题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发生在学术界，其实跟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应该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子。那我今天讲的可能有点散漫，请大家包涵。我首先要提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说。我自己本身也是从清大毕业的嘛。那在还没有网络之前，事实上我们的性知识或者说关于这些刚刚谈的很多像动物链啊、人兽交的知识都从哪里来呢？其实都是从清华大学图书馆来的。那这个其实非常有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中央大学校长其实是不大看书的啦，因为事实上我相信他如果到中央大学图书馆里面去仔细的找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学很无聊嘛，你应该会到大学里面仔细看各种那里面很有趣的书。那如果你可以仔细看的话，事实上里面这样的书其实非常多，而且那个图片都非常的露骨，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裁撤的话，应该是从教育部开始就要裁撤，所有的国立大学都应该裁撤这样子哈，这是开个玩笑。那另外一个是从网络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玩网络其实事实上是从大概93、94年玩到现在啊，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说包括真实的统计来看，其实网络后来为什么会开始非常的兴盛，事实上完全是因为色情图片的关系。这个其实我相信各位去参照那个统计都可以知道，那个流量最大的事实上都是跟色情相关的一些连接这样。那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也隐含的可能是数位落差的问题啦，就是说那些人真正在看网络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不懂的，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超链接事实上无限上纲的，就是说他只要看到那个超链接，不论是他从哪边连过去，可能觉得他最刚开始连的那个网站事实上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有点是这种味道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是从人类动物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自己个人是有蛮亲身的很深刻的经验，因为我本身是就是说从小是在很乡下，就是说很深山的地方长大的。那我蛮喜欢小狗的这样。那我自己个人也养只小狗养非常久，大概十几年。那我们会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那个狗去上厕所的问题。那通常像我今天早上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也必须得先把我小狗遛一下。可是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国中旁边嘛，那个你当然是会去那边偷偷给它遛，但是那个墙壁上有另外一群人，因为他们是曾经要去散步的一些人，那他已经在那边写了很多的那个涂鸦，他就说随地让狗大小便是不道德的，类似这样的，遛狗的人该去死等等的，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所以我早上也是从那样的涂鸦走过来的。那其实这里其实隐含了很多问题，包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是可能是练比如说动物链，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粪便癖这样，就是说你在做性爱的时候事实上跟粪尿有关系这些东西呢。那其实另外一个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动物其实是蛮肮脏的这样子，比如像我遛小狗，事实上一方面他们觉得狗蛮可爱的，可是狗在大便的时候那个行为事实上他们会觉得蛮恶心的这样子。那我这里实际上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会觉得狗大便很脏，但是他不会觉得汽车的大便很脏，就汽车的废气他是觉得不脏的。那他会觉得说我遛狗的行为是有问题的，他不会觉得说他在一个地方公然的去洗车，然后那些可能有那种荧光剂的那些东西直接渗漏到那个草地里面，可能是有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的。那包括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更严格去看待动物的问题的话，包括比如说动物都是裸体的嘛，动物其实都是不穿衣服的这样。那所以，对，那这个可能甚至就是说，动物
我有个人来观察，其实动物大便的时候、小便的时候，那个姿势其实是非常不好看的。比如大便的时候，它一定要蹲着，然后两脚用力，然后那个肛门突然就开始渐渐的大便跑出来，这样那个动作其实非常缓慢，而且其实如果你真的是以比较是一般人来观点看，那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蛮恶心的，是没有错啦。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来看，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另外隐含的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整个动物生存的空间，或者人跟动物生存的空间，事实上已经压缩得非常厉害。我曾经，有一阵子我必须得，就是说，因为我家住在台中嘛，那我从新竹过年的时候都得，就是说，回去一下这样子。那我骑摩托车从新竹骑回去台中，因为我没办法去坐车，是因为我们要带那只比较大一点的小狗去坐车，所以我必须得骑摩托车带它回去。但是，狗当然是可以随地大小便没有错。可是我后来我发现我其实这样，因为那个冬天嘛，你会觉得尿急，所以你要去随地大小便，你会觉得说，你走一号省道从新竹到台中，应该是有些地方可以让你，就是说到路边啊，跟狗一起随地大小便。可是你会发现，旁边都是房子，你一号省道，你可以自己试试看看，从新竹到台中不来回，那个旁边全部都房子，你根本没办法随地大小便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就是说，不只是动物的空间。整个压缩，其实人类跟自然相处的空间整个压缩掉，所以动物只能关在哪里？它只能关在动物园。那当然，小孩子你会带他去动物园，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动物园现在其实我们引进了一两只很可爱的动物，然后我们就带很多小孩去那边看。可是其实我觉得动物在那边其实是蛮无聊。比如说，假如你这边你吃得很饱啊，你又睡得很好，其实食色性也嘛。那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是蛮常看到动物在动物园里面性交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假如照那些比如说那些告密者或是网络警察他们的心态，应该是包括比如说动物园啊、海洋生物馆这些都应该裁撤才对，因为其实他们里面应该是常发生性行为才对嘛。好，那比如说包括像小时候大家应该就是说常常看到狗在性交啦，或者说狗在自慰这样的镜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说假如各位小时候都看过这样的镜头，然后甚至跟狗有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那如果长大都会变成一些坏小孩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太简单的说法。这样，其实说，甚至蛮怀疑，就是说，因为我个人的经验的关系，我甚至蛮怀疑，其实儿童的性其实是好像是大人主动，儿童是被动。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我自己个人有这样亲身经验，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说，其实小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说。可能你其实你有些很多的性知识，反而可能也是来自于他们认为那种很保守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搞不好都应该裁撤掉。比如说像二十四孝，好了，我最喜欢二十四孝故事，好像是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那种很穷困的年代，那有个媳妇，那因为她婆婆她其实没饭吃，很饿。那媳妇因为她刚生过小孩，所以有奶水，所以就是哺乳，那会有个哺乳图这样子。那我小时候都会把那一张图放在我的枕头下面，不时的拿起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也有问题的话，其实很多东西都应该审查，然后应该裁撤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蛮平常一种东西，好，也很自然。那接下来就是说我要提的是这种，因为我们网络玩蛮久的，所以我常常发现说蛮多人他其实会有一种问题是网络无限超连结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遇到的问题反而还不是这种 sex phobia， 反而还是那种版权的问题。比如说你去连结某一个网站的时候，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你其实已经侵害到某一个版权的这样。那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谬，我觉得这个完全来自于那种就是说数位落差。就是说我其实可以开个玩笑，比如说我跟一个警察讨论，就是说我去检举啊，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裁撤那个整个从教育部开始的网站都应该裁撤，那我就点选给大家看，我从教育部网站先连进去，然后可能点了两个连接，你就已经连到那个中央大学那个性别研究室。那他一看说，哎，这个人受教，所以你看这个教育部网站的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荒谬。就是说，从我相信这里很多跟我是同一个 generation，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你会觉得蛮荒谬，而且不知道这些大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这样。好，这是一个无限超连接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是说，其实是关于那个告密者啦。因为其实你玩网络玩几年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整个网络上渐渐形成的那些告密者好像不是那一票人这样子。就是说，本来我们刚开始在1994年在玩网络的时候，事实上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可是后来你好像发现这个空间越来越紧缩这样子。那这里其实你发现好像都是那一群人一直不断在告密。那不过这个当然也有一体两面啦，因为他们越告密，好像那个中央性别研究室好像就越来越红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像去年的5月1号，其实也有一票人要告密，就是说好像那个版权的问题
好，大家要注重一下。可是后来它引起的问题反而是那个自由软体渐渐被大家这个 issue 开始渐渐大家来重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应该就没关系，应该勇敢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反而一般民众也看得蛮清楚，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太荒谬了嘛。因为一般民众他自己做什么，他做的行为其实都大家都清楚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是提到那个我们社区大学对这件事情怎么来看呢？因为我们社区大学原来就不是体制内的一个学校，那我们谈的比较是知识解放跟公民社会的一个塑造这样。那刚才几位先进都有提到说，其实台湾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也并不太是一个公民社会，因为好像我们发现说，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在学术界里面反而是最不允许去做一个公共的一个论述或者公共的一个辩论的这样。他每两三句话就说我要裁撤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我反而觉得说，现在作为一个校长的，或者说我们常常也会回到我们自己社区大学，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看到一个 issue， 这个 issue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有一些什么问题，但是应该是说先坐下来，大家好好去做一个公共性的一个思辨，而不是说谁的权力比较大，谁就可以把一个什么东西做裁撤这样子。那这里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事实上是有点让其他民众有点看笑话的感觉，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中央大学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可能不要去做这种事情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是我最后建议，就是说其实性别研究室，因为我们是做社区大学的，就建议说性别研究室事实上可以在桃园那个区域去办一所社区大学。那其实社区大学谈的是知识解放嘛，那我觉得性知识的解放或者性别知识的解放也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也是代表社区大学对性别研究室或者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一点关怀跟支持这样。好，谢谢大家。我觉得贾维平的建议，我觉得就应该办一个 sex university。 英国有几个大学很倒霉，因为它叫 Middlesex 或者 Essex 或 Sussex， 它全都为了保护小孩子，所以只要 sex 都进不去，所以这几个大学的网站都很倒霉，进不去。那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就直接弄个性大学或性的社区大学。我不是学术界的，我没有像王如玄律师有经过研究，所以我会讲得非常乱，而且也没什么理论，我想到什么讲什么。刚有提到二十四孝，我想到你把那个藏在等我笑，我觉得很蛮猥亵的。像中国的东西里面还有像《金瓶梅》里面，他不是把那个白只黑狗的生殖器，是吧？是这样，接到自己的生殖器上，然后把自己的生殖器变大了。肉饭 OK。那这本书也应该禁掉了。社会在演变的，我想有关于什么人兽交啦、动物恋，动物恋还存在很多，但人兽交可能变少了，因为以前农业社会，那人跟动物很接近，所以会有人兽交。那可我本来以为这只是假的，我在这里先声明，上我希望把网络整个都断掉的，更加禁止，因为我从来不使用，我从来不用电脑，所以我是数位落差的受害者。那我们要看一点跟性有关的或者人兽交的，都要到书店，然后非常丢脸的，然后躲在旁，然后又不敢去结账。但诸位都可以上网络，就这样。所以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跟你们落差很大。那我的王平说，我刚从日内瓦回来，那日内瓦这是参加第59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那的确，这次的议题之一是有关性恐慌。那性恐慌只是所有不能容忍 intolerance 其中一种，还有很多别的。像在今年初在巴西举行的第三次社会论坛，也是把不能容忍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在讨论。那由性恐慌所造成的那种人际侵害，常常是间接的。我在台湾，这既是直接，也是间接。OK， 那台湾的直接跟间接是来自于几个人几句话，好像几个官员或什么，只要说了几句说，我的天啊，太过分了，然后说没有经过动物同意，然后这是对动物的压迫。
那这样就可以把什么关掉，因为我根本是电脑白痴，我不知道那应该用什么来关，就关掉了。那这里牵到几个问题，我的天，谁的天啊？谁能决定谁的天 ？My God， 谁的 God？ 还比如说太过分的，那标准画在哪里？还有说动人同意啦，压迫啦。那同意压迫，我们导师可以探讨一下，到底要怎么同意，那如何压迫，那为什么这样都可以关掉，谁可以决定就这样关掉？那中大学如果因此关掉的话，关掉或者把何老师开除掉，我不知道中大学还剩下什么。我为了参加何老师这一次举办的研讨会。在两三年前第一次到中央大学，因为我听到这名字都不爽中央，所以我更不会去，但那是去了。那中央大学有一些还可爱的，比如那树还不错，但是那些建筑物其实很糟糕，像军营。那所以中央大学如果把何老师开除掉，中央大学只有几棵还不错的树，那除此之外就没有了。那如果在座有中大学的，那我可以说除了何老师还有你们几位。还到在非常非常久之前，因为学生犯了一些中央政府认无法兼容的错误，那要对学生怎么样，但那当时傅斯年校长挺身而出力保学生，所以台大有个复员。不久之前那郑丽文好要被民党开除，就在复员哭。你这表示复员很重要。那刚很多人说感谢一些人，那我要感谢感谢何老师，感谢王平，然后也感谢教育部等等。因为这件事我才第一次知道人兽交还有动物恋。我在小时候觉得我们人的性交还要把生殖器插进去，我觉得非常恶心。那是小时候，但等你年龄渐长的时候，你反而开始担心你没办法那样子。那其实担心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会有威尔刚、威尔柔的发明。我们所以前阵子在立法院还有立法委员的威尔刚落到地上。被剪掉了。那这我刚才说，特别是你说我讲很乱，所以我还可以继续乱讲。说学自由的范围，教育部说学自由一定的范围。那这样的话，那些研究复制羊、复制人的，不但不可以研究，而且连那些论文都不可以发表。因为有些国家会把说复制人不可以复制人放入人权保障法里面，那甚至我们现在有人在抄你的我们的人权保障法里面，也对什么生物科技的研究或基因的研究想要做一些限制，那这些应该弄掉了。然后据说网络上都还可以虚拟性交，那这好像不可以吧？如果说要这样弄的话，然后我们的刑法研究中心，刑法研究中心很多，台大有在研究刑法，我们法务部也在研究刑法，那剑桥也有刑法研究中心，刑法研究中心会研究以前的人如何被处罚，像中国有名的五马分尸，那这就是真的，人就能够跟动物沟通。他可以确定有经过动物同意，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取得动物的明白同意的话，那人有其他更糟糕的事没有经过动物同意。我刚从黄鸟回来，我朋友请我吃中餐，我那是自助餐，所以我就弄了小羊排，但小羊排没有，那羊没有同意过，他没有同意人可以这样吃它。而且他没有同意牛吧，牛没有同意说他的肉会被煮为五分熟，
那我们的皮鞋有没有经过牛羊同意就把它剥下来做成我们的皮鞋？有的还计较皮，皮质软或不软。那肉也是一样，有的猪肉就被吃起来不太好吃，人还嫌弃它，其实都没有经过动物同意的。而且连屠宰的方法，到底有的是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温体猪肉，温体猪肉在相对不温体的猪肉，我们在屠宰的时候如何保存都没有经过猪、羊、牛的同意。今年羊特别倒霉，很多人吃羊肉，因为今年是羊年。那在人寿交里面，好像羊也蛮倒霉的。如果认为那是倒霉的话，我看了一些案例，好像羊经常跟人有性关系。啊，好像有一个英国人，他跟，我又跟那个田大记者说过了，他跟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 ，mare 是什么东西？哦，那个母鱼。我跟母鱼，他跟一只母鱼，还有一只靠母牛，还有两只 goat 山羊，还有五只绵羊，后面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还最后还跟一只 turkey 火鸡，还有关系，那被抓到了，他抓到。照英国当时的法律上被判死刑的，那时候法律有三种行为被判死刑，同样的又是同性恋行为，还有鸡奸，还有人兽交都被判处死刑。那个人要被判处死刑，但判处死刑之前，啊，法官还践行了一样，要把那些羊他的羊排列出来，可能有几十只吧，排在他前面要指认出来。到底哪五只羊跟他有关系？那经过他指认之后，那些羊就被枪毙了，那些羊被杀死了，那他当然也被处决，而整个羊都被处决。那当时说是因为避免羊啊，有留下那些罪恶的记忆，但后来理论说避免生出奇怪的东西来。但好像他没有说，因为没有经过羊或牛啦，或那些驴，还有驴的同意。那真的如果要检讨同意的话，那人的行为可残酷了。我猜测，在那些说没有经过动物同意的，可能都是养狗或养猫的人，他想象他的狗、他的猫被人家那样子。但我们如果要真正再往前想的话，那些养狗养猫的人，当他要养这只狗、这只猫的时候，有经过狗或猫同意吗？生出来就很快把人家骨肉分离了，把狗、小狗跟它的狗妈妈、狗爸爸就分离了，从此他们再也见不到面，甚至残酷到有的小狗长大之后，不知道对面的狗是它的爸爸妈妈，还跟它有性关系，就是人类那些养小狗、小猫的人所造成的结果。那有人说没有考虑到动物的感受，因为那是对动物的一种压迫，所以那人特别是小孩、年轻人不适合去看那种有压迫感的画面。看起来对小孩是有在照顾，但是我们如果再认真想一下，有更多有压迫感的画面情景，我们大人们或教育部那些人有试图要去防治吗？比如说以牙战争，那种战争画面就在电视上24小时播放，为什么不去禁？还有我看这个，这是我从联合国拿回来的，这是有关要废除死刑的一个文宣，上面就是吊的人，蛮有压迫感的，但没有人想说要把这个禁掉。然后我们的建筑物，他们的建筑物有够丑陋吧，非常非常丑陋，我看了也很有压迫感，但我们并没有说要把建筑物炸掉。他们的铁窗也一样，那刚刚你提到车子，他们的车子够压迫人了，而且一年有3000人死于车祸，车子根本是凶器。然后我们的马路上都塞满了车子，人走路很困难，
那这个压迫感绝对大于人兽交，但为什么没有说要把车子禁掉或把马路整个清出来，让人有比较宽广的空间？所以谈到不管是动物的感受啦，或说给人压迫感，这些都充满了双重标准。我想比较简单的说，这可能因为人兽交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或别人人兽交对自己没什么好处，或别人动物链对我自己没什么好处。那牛排啦，文丑牛排，或者香肠啦，三层肉啦，或鱼啦，鸭啦，鹅啦，这些我吃得到，对我有感，对我有好处，甚至鹅毛还可以当什么做被子，那这些对我有好处。所以那些谈说没有经过动物同意的人就不谈这个了，因为他睡的就是鹅毛被，枕头是鹅绒的枕头，所以若要谈标准，要应该要一致。那有人就说，那可能很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到底有没有多数人这么认为？我看并没有经过调查，没有。台湾常常是谁取得了发言的位置，他在媒体上有空间，就认为是多数。那我们的官员或立法委员或政府民代表，可能就因此就认为那是多数，就照他决定了。而且多数绝对不代表真理。刚刚几位讲者已经提过了，如果多数代表真理的话，那台湾别想进 WHO， 台湾也别想进联合国，因为照目前联合国跟 WHO， 台湾在里面绝对敌不过多数。那过去我们在为了民主改革，很多人在奋斗的时候，不是经常来批评立法院某个党派使用多数暴力吗？所以多数也许很可能是暴力，多数不代表真理。即使很多人认为人兽交是令他恶心的，都不代表那是对的。那简单，有人说天哪，太过分了，怎么会从东区就把它禁掉？这跟以前美丽岛事件完全一样。美丽岛事件，美丽岛杂志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些人说天哪，怎么有这种东西，竟然要鼓吹要人权，鼓吹民主选举，就被禁掉了。那也是几个人说天哪，为什么会这样？就美丽岛事件的人，几位是包世明德啦、林英雄啦，就抓去了。所以这个事件并没有经过什么正当程序，完全没有。凭什么？由谁来决定？刚王律师有说过了，有关于猥亵、关于恶不恶心这种事，可能大家感受都不一样。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请道观做个测试，像有这种机器可以测验的。英国就靠这个来探测，说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那我们也许可以把那个拿来让道观来一起看，我们叫19个道观，然后看他们的生殖器的感受和角度是不是一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对于猥亵啦、不恶心啦、会引起人家的性欲啦，是不是有一致标准。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提到谁说的，说民无同胞物无语也，民无同胞物无语也，所以大家都是，我们都是同胞，都是兄弟姐妹。那物呢，万物都跟我们同类。那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万物跟我们同类，那人与万其他动物，你与鱼啦、与螃蟹啦有性关系，或者跟他谈恋爱，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好像没什么不可以。所以我想这个事件，我自己并没有设下什么标准，但我觉得一些人简单的说，我听了他过我们就断掉，然后一些人说没有经过动物同意，然后没有考虑到动物的感受，那完全没有去反省自己的双重标准，自己在吃古人所的牛肉，那这就显现我们这个社会，刚几位讲者说的，离现代化还早得很。台湾解严一段时间的，但那只是政治解严，那台湾整个社会离真正心理解严的时候还蛮久，还有待大家努力。谢谢。
邱律师刚刚就把我本来准备不会要讲的一个故事，那他就已经先讲。他刚刚提到说，有一个英国人，就是法院要他指认说，跟他发生性行为的动物，就他的性伴侣有哪些。那事实上，这个例子是发生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殖民时期的美国。那在那个时候，在英国人或是欧洲人尚未到美国去殖民之前，事实上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在那个美国那个时候，性或者性的实践或者性别的角色或者性的文化，在原住民内部是非常多样化的。可是十五世纪中期，欧洲人跟大多数当然就是新教徒到了美国去殖民了以后，事实上对于整个在原住民或者说美国的性的实践，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最主要的是因为宗教跟经济的目的，那殖民主进去了以后，性就只能在婚姻跟家庭里面，而且是要以生殖为目的。所以呢，殖民主特别订定了一些法令要来规范跟处罚，只要是不属于婚姻之内的性，通通会被处罚。那事实上在殖民者没有进去之前或者进去了以后，在那个时期的美国事实上是农业社会，那大家就像刚刚邱律师提到的，事实上人跟动物非常亲近，在农业社会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而在文献里面也记载，在当时事实上人跟动物，譬如说在谷仓里面啊，或者在农地里面发生性行为，是一个普遍而常见，对很多小孩子来说，在儿童时代就常常看到。可是这样子的行为是从因为殖民的宗教进入了以后，才变成一个要被处决的行为。那当时对于这些殖民主，他所害怕就是他认为说人跟动物性交可能会产生怪兽般的后代，所以呢，从那个很多当时法院的记载里面，法律的文件里面可以看到说，他们就要求说，所有这些曾经跟动物发生性行为的人，比如说大部分其实很多是青少年或者说年轻的人，他就要你出来指认说你的性伴侣有哪些。那刚刚邱律师提到呢，事实上是一个英国人，大概十六岁，那他就指出说，我从十岁开始跟一只母驴、一只母牛，然后两只山羊、五只绵羊，然后一只火鸡，都发生性行为。而当时他们处决的方式就是要，所有这些人都要被处理的是绞刑。大家可以看到说，可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前呢，法院都会要求说，你要把曾经跟你发生过性行为的动物全部排列出来，他要让你看到你心爱的动物被处决了以后，你再被处决。那这样，那事实上，不在那个时期，除了人兽交之外，事实上自卫啊，还有像刚刚邱律师提到基奸这些行为呢，都被原来是一个就是可以接受的现象，或是常常在发生的现象，到了那时候因为殖民的法律，特别是因为宗教的目的的影响，使得这些行为都变成是一个严重需要被处罚的行为。而我现在提的这些知识或是我的了解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在旧金山州立大学部的通识课程里面规定学生一定要上的人类的性的课程里面，老师使用的教科书里面所提供的知识。而在过去，我今天其实要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今天这个事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说，一个性跟性或者性学相关的研究在大学校园里面，在过去美国在二十年间，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学问已经被很多各个不同的领域来确立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程，因为人类的性实在是太复杂了，绝对不是我们用一个片面的看法就可以来理解的。而透过很多不管是历史啊，或者生物，或者心理，或是社会的研究，我刚刚所提到这个通识课程，事实上就希望学生从这四个或更多的层面来理解人类的性是什么。而在这些课程里面，除了书籍，就是说文字书籍以外，所有补充来跟图片相关人类的性，或是人类跟动物或是其他
比如说网络之间的性的这个材料，在学校里面老师们都可以指定学生可以读什么书，或是你自己去读延伸的书籍。那我提这个要讲的是说，这大学的这个园地正是提供大家可以对于这样的一些议题，不管我们有偏见，不管我们有不了解或是无知，是一个很好的提供讨论的场所。我记得其中有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他非常非常清楚地提到是说，在这个课堂上也许大家彼此之间的意见是不同的，特别是以美国来说的话，大家可以知道说宗教的色彩是非常的强烈，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有一个历史上面的影响，使得很多人会认为什么样的性可以或是不可以。但是呢，很多学校都明定的是说，在课堂上面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都要被保障，而且希望透过讨论可以对于一些问题进行了解跟探讨。那要讲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话，并不是要来说美国比较进步，台湾比较不进步，而是要来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对于性的研究跟讨论的空间，在学术的空间里面能够进行讨论是很重要。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的空间，事实上在布希上台了以后是受到极大严厉的挑战的。那布希上台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是说，对于性也好，或是所谓相关的教育的言论的自由或是空间，也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上台了以后，事实上他在政治跟宗教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模糊了。那甚至是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说，在他现在的施政里面，宗教或是宗教团体的主张已经变成他施政里面非常重要的参考。那他上任了以后，很明确的有一些政策明确的改变，譬如说联邦政府的补助对于特定的案子是要经过一些审查的，而这些审查呢就必须符合布希或者宗教团体所定出来的性的标准是什么。那大家可以看到是说，以目前最清楚的布希政府所要提出的就是性教育的内容就要以禁欲为唯一的方法，这已经渐渐在美国的教育就是教育体制里面正在发生。那更别说的是说针对对，现在正在发生。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因素，跟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还有宗教团体的要求是非常相关的。那更别说去年11月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大选，民主党共和党大获全胜，所以当时很多性别团体，譬如说跟性研究有关或者性别研究有关的团体，或是运动团体都提出一个很大的警讯，就是现在整个美国从白宫到国会都是由共和党来主政。那这样子的一个以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保守信仰为主的一个主要施政的一个政府，会对大家现有的不管在性别或是性或是社会弱势团体的生存空间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影响。因为布希上台以后的一些举措，譬如说反对堕胎，或者说想要实行的是以完全禁欲为主的青少年的性教育，甚至是禁止青少年能够获得一些跟性或者教育相关的知识。那透过档案使用的一个方式，也是检查学校里面的教育课程，跟试图对于网络要设定一些限制。那这些举措在国会大选他们大获全胜以后，事实上大家就觉得是更忧心的。那我看到一份资料是在上一周，事实上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具体的效应，就是现在在CDC 就是美国疾病管制局以及那个健康部针对特定的联邦政府要补助的法案，譬如说艾滋防治的法的计划，或者是美国健康局你所要提出的研究案件，只要有特定的敏感文字，例如男与男做爱、肛交还有性工作等这些字眼，如果出现的话，这样子的研究案就不会获得补助。那在美国健康部的一个官员，他并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但他说现在的政治言论检查在布希政府主政以后会越来越紧缩，那这些压迫会越来越明显。
要提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我想要牵连到的是说，来看最近台湾这些就是一连串譬如说对性的恐慌或是这样子言论上的道德检查，而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是特定的针对性的这个言论或者性的这个研究的领域，那我想提到的是说，这些这之间的相关也就在于说，目前呢、啊，这一波的不管是在言论上或是道德上的一种好像很有正当性的检查，以儿童或是青少年保护的名义，听起来也都很正当。可是我们不要忽略的是说，这些发声的团体或是所提供出来的主张里面有宗教的色彩，也就是说有宗教的价值判断在里面，而这些被纠举或这些被选举，甚至在网络上面认为不可刊登的这些情欲材料，事实上都凸显了有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只要是不符合婚姻内的一夫一妻的性，事实上都在这一些不被检举或是认为很恶心、不能忍受的程度的范围里面。那这个那不符合这样子的婚姻内的性就要被检举或是限制的话，我觉得这不会只发生在学术的空间里面。事实上，像刚刚前面其他几位讲，在一般的生活里面，越来大家的那个言论空间或是性的材料的取得也会受到限制。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管从学术的研究或从很多人在座有些人是实务界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已经可以看到说，要大家婚前禁欲，然后要大家的性行为只限缩在婚姻内的一夫一妻的性行为，是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社会现实的。而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造成的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大家有些人有亲身的经验，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是不可能的，而大家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继续让这种道德检查或者说这样子的唯一的标准能够来执行的话，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是说，性跟情欲相关材料的资讯管道被截断，那只有特定的少数人可以决定谁可以看什么资料，谁不可以看，谁可以取得什么资料，谁不可以，什么样的资料可以流通，什么样的资料不可以流通，那个决定权其实都在少数人的手上。那再来就是说，这些资讯不能流通、不能取得的另外一个效果造成，就是大众会继续的无知，而无知所要付出的代价或是无知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伤害，我想前面几位都有提到。那而这个道德检查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的这个恶果，我想绝对不是只有何老师一个人在承担，是我们大家集体都会要承担的。而这个空间的被剥夺也绝对不会只限缩在网络学术的只限缩在学术的空间里面。我想对于各个很多社会的弱势团体或者现在的社会空间里面，我想这个后果呢，我们目前现在正在承受。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大家来讨论或是发声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势不能继续下去，而不能继续下去的话，必须是靠大家对这样的事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呢，对于这个事件里面所呈现的对于人权的剥夺或者言论自由的压制跟强害，是需要有一个大家能够公共讨论的一个空间的。各位大家好，我在这边代表中央大学的酷文化研究社，可以讲一下事情发生之后在中央里面造成的一个气氛，以及我们做过一些事情，然后陆陆续续又碰到的一些状况这样子。那在我的发言稿里面，前面先整理了一些，如果你们从新闻上面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大概就会看到是一个这样的经过。好，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天，我们就已经从各处收到许多朋友的反应。大家先是对于中大校方动作这么仓促草率，轻信附和媒体感到非常的惊讶，有人感到非常的悲愤，有人则觉得从来没有这么以中大维持过。当然学校毕业上也有很多那种觉得有入校誉的这种声音，那这些事情我们先不管它。好，
接着我们就以社团的名义写了一篇声明，开始将消息透过网络转给各位朋友知道，并且请他们向相关的单位表示意见。不过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好像还没有听到什么有收到从学校这边或者教育部那里得到任何回应。那谢文龙老师既然写了一封信，我想他比较大咖，看看会不会收到一些回应。基本上我们认为，中大在没有向性别研究室了解详情之前，就随着媒体炒作随波起浪，这是非常不当的。中大校方不仅慌张附和副团和媒体，而且还揣摩教育部的上意，这种唯命是从、毫无自身立场的姿态，对一所高等学府而言，不仅是明显的失态，根本是放弃自主性。这时候我们也发现，中大在刚开始事件前几天所谓的自认为站得住脚，其实并不是说性别在中央里面站得住脚，而是说校方将会展示他们在管理者的位置上是多么的站得住脚。此外，我们还看到中大校方说要追究责任，会找律师主动调查，永久关闭网站，质疑不适任教师等等。在这些威胁恐吓的姿态和言行之中，学术机构该有的风骨也显得荡然无存。此事件的寒蝉效应也已经发生了，这不就不是之前虚拟的推论了。该研究室的人员告诉我，他们战战兢兢的害怕，不知学校哪天会去主动调查，不知道会不会像成大MP3事件那样，学校放警察进来学校抓人，或把电脑搬走等等。而当我们学生在讨论社团声明、收集相关单位通讯资料的时候，因为担心在校内的 BBS 上讨论会被管理者盯上，会被学校认为是在搞煽动，而决定移到某个商业网站做秘密讨论，也确实收到有人好心的来劝我们最好不要公然的讨论这些事情。碰到记者采访问到姓名的时候，我们又担心万一个人身份曝光被学校注意，虽然用社团的名义发表意见，但是也开始担心学校会不会追究社长的责任，甚至所有社员的责任。那事发之后，我们本来社团刚好排定一个公开的 A 片影展的活动，也因为觉得怕会有争议，所以不得不取消了。包括今天要来这个场子，我们都一直也有朋友问我，你确定你要用真名来吗？然后老师也担心我说会不会被学校找麻烦，然后我也担心我会不会因为来老师又被学校找麻烦。然后我们本来有另外一个朋友考虑要让另外一个朋友来，但是他会更麻烦，因为校长就在他们系上当老师，对，所以还是我来。更进一步，我们担心中大师生的教学自由与学习权益，如果校方动不动就可以拿刑法、律师、副团、教育部等等来管制和威胁，那这将导致教授们不敢触碰争议性的材料，也将大大的削弱老师们教学和研究的空间以及创新的胆量，当然会影响学生学习的权益。如果连一位研究性别的教授都可以只因为一个连结就被学校惩处，面对这样的校方，学生又该如何自处呢？学校难道也可以因为学生电脑里有个色情网站连结就拿出刑法来对付吗？如果学生想做的论文题目是具争议性、开展性的，不料却刚好是校方、教育部主管机关认为不当的资讯而加以过滤，学生在学校里不就反而无法学习和研究吗？数年前，机会文因为做上班小姐的研究引来风风雨雨，如果现在有一个研究生想做人事教育研究，不知道会怎么样。据说解严后十多年来的台湾是个尊重多元、平等、自主、言论思想自由的社会，然而在这次反色情团体、教育部及中央大学对性别研究室和人事教的攻击与处置上，我们却看到对异议分子的赶尽杀绝。在具争议性的议题上，例如性，仍然不可散布与当权者不同立场、不同喜好的思想，否则随时就可能因为被认为散布不当资讯而被检举。以往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反共意识形态，活生生被移植应用来发动全民反性、防堵色情。人受教事件不只使得中央大学师生风声鹤唳、战战兢兢，也将成为一个警示，使得整个台湾的学术环境笼罩在保守为上、自由偏安的气氛当中。这不只是先会对老师们造成限制，对于后辈晚生的我们，看到前面的空间被受到这样的压缩，是非常的焦虑以及气愤的。这将使得教学双方都将只为了安全起见而畏畏缩缩，不敢尝试、不敢突破、不敢挑战权威，而原地踏步、画地自限的教育和学术环境，如何促使台湾去累积知识经济所需的人文资源呢？最后这句话是讲给官方听的。中央大学的简介这么说，大学的学术使命是不容怀疑的，大学教师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外，更需要研究，换言之，不仅传授，更要创造知识。
大家都知道，越是具有争议性的题材，通常也就越值得研究，越值得去分析、理解，越充满待开发的未知领域，也因此越能创新知识，收获也将越丰富可观。当然，这需要足够的资源、空间和自由，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创造知识的学术环境。被教育部遴选为发展研究性重点大学的中央大学，怎么能不去坚持自身的学术自主性和自由呢？如果人文社会学相关的系所丧失创新开展的自由和空间，只被要求用来配合科技发展，去监测、了解、保护大环境及社会人文之影响，那么中大号称的科技整合，恐怕只不过是结合科学及人文领域，协助国家发展监控思想、管制社会的技术而已。报告到此，谢谢。好，那个我今天也是有一个发言稿，请大家看，我大概就念一下。可是这次发言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报道，媒体的报道里头主要提到了一个部分妇女团体或少数妇女团体。那我也就开始在想，就是什么时候或为什么在什么状况之下，妇女团体可以在媒体里头被这样的使用来压迫其他的，来指责指控或者是压迫其他的性别单位或团体。那这次中大网页人兽恋超连结事件，除了媒体是炒作的主角之外，提出检举的所谓妇团也是要角。妇团积极检举女性主义学者，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们其实这次好像已经是第三次了。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到底妇女运动团体和不同历史节点的性别污名两者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讲，妇女和女性的意义显然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状态而有变化，展演着社群之内逐步可见的性别差异，也在对话辩论中推进反性别污名的社会生存与抗争空间。1988年那个时候我其实刚刚回台湾，第一次参加就是念书回来，第一次参加妇运团体主办的华西街救援除妓游行。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议题都是妇运团体非常艰苦才开拓的，离婚啊、单亲妈妈、不婚女子、工作场所单身条款、性骚扰、家庭暴力、邓如文杀夫案，那种禁忌跟挑战性，大概有一些位不同，可是基本上都是很艰难的。而被污名的不仅是离婚妇女、单亲妈妈、不婚族，就连那个时候的女性主义者，就是1988年、1989年左右，一直到1991、1992。女性主义者妇运团体现在真的有点难以想象，也是一种污名，很少有个人或团体热切拥抱这些名号，愿意参加游行。然后我那个时候所属的妇运团体其实当时是唯一挂牌女性主义的，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不要碰这样子的名词。那个团体里头也不乏高等学术单位的运动姐妹，一回家或者在工作单位，或者一走出办公室，或者一走出那个团体的空间，其实是很难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旗帜的。所以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或妇运团体、妇女运动者，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某种程度的污名。当然也有冲锋陷阵少数勇敢站在第一线，也因而不断遭到污名流言缠身。简单的讲，当时女性主义者在耳语中被流传的别名就是丑女、没男人要、老处女、男人婆、同性恋。那那个时候听到这些名词，听到一些就是这种说法的时候，周遭的人反应往往是沉默，沉默的程度和长度其实是度量污名有多深有多严重。你一开始讲话他们就停止不说了。被骂老处女、心理变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会声援，更不用说什么舆论哗然，对于辱骂的人祭出党纪处分，各方挞伐，引以为国耻。好几年前李秀莲要竞选桃园县长的时候，就有人放话写黑函说她心理变态、老处女，聘机司成不适任。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何春蕊是极少数写文章公开批判这种说法的性别学者，
相较于最近舆论哗然和党纪处分来回应这种标签，老处女的意义，我觉得其实确实有改变。也就是说，从某一个观点来讲，那个刘月霞，刘月霞有没有完全在包？我觉得。有吗？有啊，麦克风也不行了，赶快去，真的不行了。好，就是，喂喂，可以哈。老处女虽然还不是褒扬之词 ，OK， 你不会去褒扬别人，但是至少已经没有了当年和妓女性工作等同的羞辱力道。1997年台北工娼运动其实大大挑战了。社会大众对于性工作者的长期污名感知，那我觉得对于曾经参加救援除妓的一个妇运团体的一份子来讲，真的就是非常要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工娼运动，因为直接冲击到已经累积相当社会与学界共识和资源的妇女团体和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包括我在内，我们那个时候才发现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意义和内容必须时刻自我反思调整，因为当新的运动主体随着不断改变的社会现实浮现的时候，例如性工作者作为复运的第一线，那个复运的我们的意义必须整个重新来过，重新界定，才能形成真正可以一起行动打拼的我们，而不是一群比较已经好像获得真理的我们在拯救一些或者改变或者改变或者帮助那个道德怜悯其实也蛮高位的。工娼的抗争持续开展的时候，我们才深刻体认，唯有不断冲破个人自身还有社会结构性的各种污名和禁忌，唯有认真思考社会如何建构性的羞辱，才能够面对自己身上强而有力的无知和成见。在工娼抗争的时候，我们充分感受到女性主义者和妇女团体之内环绕性以及性交易的污名和禁忌非常深广，而在妇女团体里头公开支持台北工娼的说法和行动，也可能和在社会空间里抗争一样遭到严厉的沉默对待。当然还好这个不只是一些妇女团体，很多妇女团体，然后也有妇女团体当中也有非常不同的意见，也有其他的性别单位，一波波的运动团体与学术界女性主义与性别学者的推进，至少让女性与妇女的意义在21世纪的台湾变得非常多层次和多元，也展现出各种内部差异来。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同时我们也却也看到迈向执政之路的性别主流，当报纸里也报道性别要主流化的时候，却不断用谴责检举立法来对付立场差异的性别主体。这个大概就是朱伟成里头提到的，就是其实就是他的目的就是某一种斗争。这次中大动物链网站连结事件只是最新的一种例证而已。那在另一方面，这次事件也直接触及到学术界以及学术单位中的众多性别研究学者和研究中心。教育当局在全球的学术竞争局势中，不断以各种制度性的力量要求卓越，要求开拓，这是我们学校非常要求卓越，要求开拓新局、新领域、新观点。但是面对已经长足开展的在学术领域中充分具有竞争力的有关弱势污名的性与性别研究的时候，也就是过去其实非常高兴的报我们所有就是性别研究室所有做的事情作为他的两性与平等中大的业绩，可是在这次事件上却突然所有的业绩又突然变成我们的罪名，却又回头怯懦的拥抱毫无创新的社会污名和成见，继续要求一种纯净无知的思考和研究态度。如果说政治解严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学术不能服膺于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学术也不能服膺于冲刺禁制没有历史脉络的道德高调，更不要说服膺于那种出于狭隘无知的霸道。在这个位置上，学术和边缘议题或边缘观点之间不仅内径，还必然有所结盟。当然学术研究者本身往往也会因为和边缘议题连结而遭逢污名和羞辱，在学院与文化论述空间里担负着知识累进与反污名的社会责任。不过污名愈是想透过寒蝉效应来隔绝学术和边缘的接近接触，学术人的抗拒就必须越来越坚定和大声。
其实我也有一点要回应刚刚那个秋晃前提到《金瓶梅》，然后好像对我就立刻觉得，哎，《金瓶梅》好熟悉，嗯，因为实在看了太久了。我跟他也大概差不多年龄年代，然后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喂，没，喂。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我只好看色情小说，很小开始看，看色情小说看到后来就是看《金瓶梅》，也写了一本论文，就是在这种非常禁忌，其实确实还有人提到24孝，什么可能都可以变成非常有趣点的研究材料，可能只是研究材料，读物啊，头底下。太结束了。作为长期研究与关切边缘弱势议题的性别研究学者，我们期待充分的信息流通、认知与讨论，因为这是任何理性认知与判断的基础。我们坚持一定要有空间与资讯，以及足够知识资源来讨论并思考我们或许没感觉、或许有困难理解、甚至可能完全还不知道的性与性别。人兽恋终究可以和10多年前的老处女、男人婆同性恋一般，让人们在足够知识的平说我们今天办的让大家听到就算了，但是至少虽然我们这个声音真的是发出来的有点慢，但是至少有发出来。我并不是结语，我只是想，因为邱律师他因为事务所有事情他必须先离开，原来我们是跟大家讲2点到4点看能不能结束，所以在他离开之前，我想作为主办单位，我们想提出一个诉求，就是因为刚听到几位老师有在谈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这次这个事件有点针对某一些，就是针对个人的，就是类似不针对个人的一种算是政治斗争的事件。这个没电池，你那只给我就好了，那两只都不行。哦，我这只也不行。喂，哎，对啊，这样就可以，可这个有回角度吗？好，哎，这样可以，我背对大家就可以。好，没有，我们是想说，其实我们希望用我们团体的立场，那也会找今天主办单位，甚至包括协办单位联署，我们想公文直接去到行政院人权保障工作推动小组，我们希望他们可以介入调查这一次的事件。就说这次事件从整个新闻局到教育部甚至中央大学校方，他们说有成立调查小组，可是我听起来，因为我们并不是中央的人，就是我听起来觉得这件事情显然有一点问题。那我建议就是说站在一个保障学术言论自由甚至就是整体社会言论自由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建议行政院人权保障工作推动小组应该主动介入并且进入这个调查的部分，那这是我们即将会做的。那也知会一下我们的邱晃群律师，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小组的成员，那我们希望这个动作是由我们开始推展。你要回应吗？不用。回应你刚刚或是补充。王平下整个案件涉及的其实还蛮广的，那刚有人说沉默或是人品侵害的帮凶，那这个案件那刚您提到说可能来这边会有所不利，或者帮何老师或性别研究师讲话反而他们会受害或受害更重，那就是牵涉到人权工作者人权，但包括性权或其他相关表达讲学的权利，人权工作者的保护，那这个议题实际上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相关的 NGO 这次非常严肃讨论的一个问题，就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因为有的国家的人权工作者到人权委员会去申诉之后回去被关起来的，甚至被处决的。那这整个事件也牵涉到对容忍或少数或对少数或甚至异端的容忍，像这些都是国际上很重要的人权议题，那也牵涉到多元和平等，这是今年世界社会论坛大家讨论的既深又广
的议题。那当这个案件也牵涉到媒体和人权侵害，媒体有没有报可表达他人权观点，他如何报，他用什么角度，他也许用这样报会变成一个人权的侵害者或帮凶。所以这个案件实际上也反映到媒体在人权的保护和侵害上所扮演的角色。媒体不是说没有报不同声音就没事了，没有报不同声音有时候就是一种人权的侵害，至少是帮凶。所以整个事件绝对不是像我一个朋友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气力在这么一件事情上，跟他无关的事情上，但整个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是一大堆的。谢谢，我要走了。我们现在因为台上其实几位老师，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再做一些回应。那我们先请夏林清老师，因为他也有事要先走。抱歉哈，那但是我想，因为刚刚有讲人权的，但是我有一个方向，我想提出来想参考一下。因为第一，首先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打，就是一定要支持这件事情哈。那第二个是说，我觉得其实如果与运动的发展而言，我觉得要去很清楚的针对那个操作的层次上，因为我觉得这一次从中央大学到教育部，到教育部去发动所谓说要送到两性平等委员会，我觉得这种操作的逻辑的不当和这种操作的单位是应该要我们要去对抗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操作的逻辑你不能够顶住的话，其实其他的运动的空间是不太可能的，即便可以上升到就是我们可以去谈人权，可是人权我觉得常常谈的有点空，就是道理都很合理。那我比较看重这样的事件，回到刚刚丁乃飞讲的在台湾性别运动里面这个节点上什么意思，所以要去真的在性别运动跟后面检举的那个动能要能够往后面还有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对他的操作逻辑是要抵制得住的。所以对他的操作逻辑，我刚刚在过程中听到一些发言和论述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些不当操作逻辑去对抗不当操作逻辑的概念啊，比如说王荣学也提到不情愿观众和什么，我觉得这种概念被找出来的时候，可以针对两性平等，而且我觉得两性平等委员会、教育部还有教育部那个管网络的单位啊，还有中央大学，都是可以去公开要求他对话的。那可能两性平等教育和两性平等委员会在座有好几位这几年都很熟悉他在台湾具体被操作的方式，那我相信如果这样子去的话，人权如果再加进，我想两性平等委员可能会变成某种力道的集中点，那我也认为是好的。虽然他也许是某种好像只是在那里委员会而已，可是我认为他在台湾是有阶段性的意义的，所以我非常强烈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分析和想这种操作的逻辑要怎么去挡住和破。那因为我觉得你这样你后面才有可能把丁乃飞刚刚的那一个方向推到去后面，才有可能发展是回到妇女运动的某个脉络去看，不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去直接讲比如说那个检举人啊什么，我觉得反而是没有一个着力点啊，所以我基本上觉得要把操作的逻辑可能先挡得住。那我当然很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延续发展，而且慢慢的发展啊，那让这个事情可以延续和慢慢的发展，我觉得才是在这个运动上可以往前。我们谢谢夏老师了。那丁乃飞是要谈联署，你用这一次。我们其实已经草拟了一个联署书啊，那可是我想就是希望针对学术研究空间和网络言论自由不能作为民粹暴力下的牺牲品这样子的一个联署书。不过我想可能就是
我们还可以纳入就是各位的一些意见，还有待会儿就是讨论的一些意见。那所以我在想，今天至少可以就是留下有兴趣联署或者帮我们宣传这个联署的单位、学术单位以及学生，以及所有的团体、社会团体。对，那也许这样子算是一个就是初步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希望待会儿大家可以留下就是 email 或者电话等等的一个联络方式。 OK， 我们今天其实台上如果没有现在马上要补充的，我们还希望有个时间开放给台下来听的朋友们，有没有人想要回应的，或是想要针对我们接下去可以怎么做提出一些看法？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陈光熙，我其实只想说一件事，就是问一问那个当初把这个消息挖出来的《中国时报》的那个记者，好像叫刘维如，是不是？请问他有没有来？陈若维是不是？请问他有没有来？我只是要重复的是说，因为根据我的那个观察，这个环节是和媒体这个连结的那个环节。那事实上，《联合报》没有报这件事情。所以是中国时报引爆的这个东西，然后其他的电子媒体跟进的。那我觉得他的做法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把那个访问的东西连在那个所谓的妇女团体，因为到现在今天所谓的妇女团体我没有看到声明稿，有吗？各位有看到吗？啊，对谁检举呢？不，那他检举他也要有一个那个声明嘛。那我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记者在炒作，那就是说比较看清楚是他在炒作，炒作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只是说，因为特别要让在座的看到的是说，有一大堆团体在这边主办协办这一件事情，那他反而不报道，因为他没有来嘛。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也就是有点在那个叫什么捕捉那个乌，捕女巫啦，猎杀女巫，就是说过一阵子又来搞一下子，你知道？所以我是觉得，我主要想要看看，就是在座这位记者先生小姐到底在不在，让各位比较可以看得清楚。其实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媒体炒作，而且是在媒体相互的竞争压力底下，要抓到这个叫做什么头条新闻，那是在这个商业竞争逻辑底下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媒体到底要怎么样负责任？那最起码别的很多团体出来了，那他也应该要报道，要有一个均衡的一个机会嘛。我们找到很多电池了。嗯，没有机会跟王平就是交换的后面可以怎么做的意见。不过我自己对延续刚下已经提的那个三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对那个人兽恋被问题化这边我会觉得我不晓得后面有没有空间，我们再能够做比较跟不同的主流一点的族群做对谈。这个是我这几年在做运动里面的自己一个经验，就说我觉得今天在台上的发言的人就是都是妖魔鬼怪一堆。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都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不同方向，就像我今天如果跟那个我们性工作的运动的大将丽君谈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很花一些力气才能够让他作为一个性工作者说啊，人兽交，你会冲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性工作者的工作经验里面，有很多的接触性癖好者的经验。那小何跟老卡也都来帮我们工商曾经上过课，来谈什么叫做就说去交流说这个性癖好怎么来理解这个。换言之说，其实在性工作者的经验里面，其实他们已经有碰过那种
客人来就就有像譬如有的客人会要求说，哎，我你尿尿给我喝，我躺在地上我要喝你的尿尿，这样我才能兴奋。就说对有的工商来讲，他为了赚钱，他觉得哇好棒哦，反正我尿个尿我就可以赚这么多钱，就会接着客。那也有工商会觉得，哎，受不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做不出来这种事情。那即便如此，他们对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会形容说这些人有点阿达阿达。可是他们在形容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不到一种厌恶或恶心，他不太是用这种语言说。可是他会觉得那阿内，那可是那阿内，他就会说这些人阿达阿达。那个阿达阿达的时候，就说我是觉得说现在社会因为没有空间来让这种喜欢被性愉悦的、啊、或者各式各样不同性癖好的人来表达他的生命是用这种形态的一种欲望的一个表达形式。那么可是我要说的是，像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像这样子对人兽交，如果我们不把它问题化，而能，对，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可是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面跟平台，可以让这个问题原本已经被污名化跟问题化，还能够再思考更多？那我会觉得那个形式上，哈，可能我不晓得怎么说，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会有一些，我们应该是在办一些公共论坛的性质，可以跟老师、跟社工、跟不一样的人，甚至我都觉得，如果有一些机会能够跟所谓的妇团好了，换句话说，我其实没有那么觉得现在是去跟所谓的妇团是用攻击式的或对打式的。即便他们在过去会是因为叫做政治斗争，可是我觉得去做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我比较不太是在这个位置上去这样想。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觉得何老师过去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做了很多言论的倡议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环节能够做的是能够把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论点也好，他能够真的有一个平台去跟另外的一种，就像我如果说我身边有个工娼，我就会开始跟他谈人兽恋，我们到底人兽交要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如果能够再来创造出来，我是觉得对这个议题，这是这个争议，我觉得是对社会是比较更有贡献的。那另外一个我的担心也是，我有时候也在想说，当时那个中大说要来联署，叫我们写信去给中大校长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我就在想说那个动作到底对何老师好或不好，对我们的那个性别运动，到底这个阶段，对怎么打这个议题比较好？就说如果何春蕊已经被妖魔化了，那我不太愿意再，就说我觉得有时候激进的言辞如果没有中间一个过程再做一个环节的时候，那个激进化你最后就是被人家扔到一边去，就说你看那个妖怪。所以我这个是我有一点担心，就说后面再怎么做的时候，能够我觉得让对中央性别研究室原来在努力的那个言论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能够落实到更细致。那我觉得今天素材很多，我是觉得都很精彩，就从法律、从学术、从网络、从等等等不同的角度，那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可是我觉得刚才讲的说去总统府啊，什么人权委员会，那个我觉得要再讨论，因为我对那个东西比较，现在我不太知道那个，就还要再想一下，对，再讨论。我不知道，我个人从。我们要推动这次来办这个座谈会，我自己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议题本身如何怎么样深化，我觉得其实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终于有机会来思考。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是简单的层次，说真的，就是今天朱伟成老师跟陈一中他们就有提到，包括孙春在，我觉得是一个学术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是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回应。那另外是这个议题本身，因为我相信人兽交是这次被提出来的一个东西，那这一类的东西它会不断的被提，因为它已经被盯上了，那它下次又提另外一个，那我们要再去讨论另外一个，当然永远不断的在社会议题上我们应该不断的去谈这些所谓的边缘的有争议的议题。可是我觉得这一次除了这个议题之外，我觉得有一个是针对学校对于中央性别研究室
他直接执行的行政的处罚跟监控，那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学术言论空间的问题。那我也是比较期待，因为我们是社会运动团体，我们去跟学校抗议，说真的也名副不实啦。那我觉得建议是不是能够有学术界的推动，去针对在学术空间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捍卫一个言论自由。那这个话当然作为社会运动团体我们绝对是支援的，然后看我们能够做怎么样的分工都可以，但是我会认为应该有学术界的声音出来，来捍卫这个学术研究本身的空间。那我刚才提的比如说行政院人权调查小组，我是说在这个时候介入是避免内部有一些不当的政治运作然后就被搓掉了，那我只是说提供一个外力来监控整个调查过程，比如说中央校方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的压力下必须做这样的处置，那那个压力是不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来源，这个我们完全不清楚。那我们能够介入的有另外一个方向是这一个，那我刚才提的意见比较是针对这个，不是针对整个事件我们就这样结束。我相信议题的深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刚刚大家也提到开始去往上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过去不知道现在开始知道，然后历史中跟台湾就是到现代我们的性是什么，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不断可以发言下去的，我大概是这样的意见。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因为针对这个事件我们还必须有很多讨论吧，必须去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做，可是我还真的蛮期待是不是学界能够有一些，比如说像谢老师他就直接做了一个动作，那我觉得如果他是个集结的动作压力应该会更大。那另外比如说针对刚刚那个夏林清老师也提到的意见，针对操作的部分，我觉得教育部两性平等委员会应该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们可以跟他共同来讨论这个议题，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观点。啊，谢老师要补充。刚才提到压力的来源，当然其中一个是来自于教育部了。那个丁乃飞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然后我第二天就跟那个世新的罗蔡英老师通过电话，因为他是未来在北台湾要成立的性别研究所的所长。那我立时讲说，台湾有没有几个性别研究相关的所？那我们是否要有什么样的行动？所以我也跟他在讨论。然后他今天他没有办法来，然后他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案子早晚会跑到教育部的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然后他在里面，所以呢他在里面可能有一种监控的动作，大概这样。所以我想，各方的人马在各自己的岗位里面产生的力量。谢谢。不知道现在提这个是不是当，不过就是刚才邱律师特别打电话来，他说他刚才忘了讲他的最后一个观点，他说其实非常多动物链和人兽交的个案其实他们都是吃素，他们都是素食。我们谢谢邱律师的提醒，这是将来我们在论述过程中一定会提到的观点。后面有各位前辈、各位先进，大家好。因为我就是我还是学生，就是台大的学生。然后因为今天的这个讨论，有听到几点，然后我想做一个意见的表达，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回应。应该可以说有三点吧。第一点我要说，就是针对刚王如权律师有提到说，在运动的策略操作上，譬如说我们可以去说，不是整个。不是所有跟性有关的资讯都应该受到打压，而是应该建立一个筛选或排除的机制。譬如说，只要他不伤害儿童，就可以，就某个程度上应该要容许，或者是说，当有人非自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有选择的机会，不去接受这种资讯，那么这种情况也就应该受到容许。不过这个东西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困惑啊。我倒不是说这样的说法一定正确或不正确，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们争取性的言论的自由跟性自主权的解放，
我们是不是能够建立在某一种，就是说我争取某个比重的权利，可是我同时去排除某一些另外一些人接触这些资讯的权利呢？我觉得这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在心里面，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我们二十岁或者十八岁以上的人应该有正正当当的权利去接收到跟 sex 有关的任何资讯，那么为什么十八岁以下的人就不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排除机制我是比较保留，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年龄歧视其实是很明显的，也大家可以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那针对所谓的非自愿，就是说如果我不要，就是说我不知道刚王律师用的名词是不是这样子，我可能有点引述错误的，反正就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要，我可以选择不要，我觉得很恶心，我可以选择不要看。我要说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种选择不要，这样的一种主观意愿上的拒斥，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建立在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那个所谓 sex phobia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的。过去很多人看到两个男人手牵手，他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很恶心，所以我不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比较激进的性别解放的运动的立场来说，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在任何人对任何性欲望的模式的恐惧都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性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如果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就表示其实是表示说我有某一个程度的恐慌症。那我记得我以前大一在念普心的时候啊，夏老师还在吗？还是走了？走了。对啊，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有念过一个叫行为学派，里面就有一个什么系统减敏感疗法那样的东西。我要说的是，这些觉得很恶心，他希望他有权利选择不要看到的人，他需要的不是保护，他需要的是治疗。就是说我们不但不应该让他有机会选择不要接触跟耸动的性有关的资讯，我们应该让他逐步的接触，解除他的焦虑，让他解放，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那个法律见解的回应，就是说我们任何对性的诉求不应该建立在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排除排外上面。然后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因为刚刚有提到破报上面的一些论战嘛，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感谢破报提供的那样一个公共的论域在那里，不过隐隐约约就不知不觉的形塑出一个氛围，就是说似乎这次的事件是性解放跟动物保育这两个脉络在那里论战，似乎煞有其事的让人家觉得说他们真的有某个程度的冲突和对立，是这样子吗？我是一个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当然除了那个卡老师的论述之外，就是说除了他的论述试图去解构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之外，基本上主流的论述包括不自觉的在破报上面呈现出来的那个讨论的氛围，其实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可是难道各位不觉得说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吗？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动作其实是要打破，就是说动保这两个字它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一个被利用的名词，就是这个论战的双方应该是讲求性自主跟性人权的一方跟性道德保守主义者两方的拉锯，而道德保守主义者选择用动保来当借口，这才是真正的事实。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我知道我这样的描述是有点空泛的，可是我只是希望把那个定位点稍微厘清。然后我绝对同意刚刚说的，我们应该要来讨论实际操作的问题，我绝对同意这一点。可是我要先把定位厘清。然后最后第三点我要补充的是说，因为我知道之前那个中央大学的女研社跟过研究社有在网络上面跟各大学的学生社团做一些沟通跟串联嘛。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台大学生，我是台大大论社的同学，然后据我对台大社团的那个版上面的讨论的观察，我发觉应该效果是不怎么好吧。我不知道，可能可以请过社同学来讲一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表达别的学校的状况，我要说的是台大的状况。有很多自古以来被尊称为左派社团的学生团体，这一次的态度是犹豫的，是暧昧的，然后就在那里争论说，如果这样，那是不是会那样？然后如果人兽交配成立，那是不是动物保育？就是我刚讲的那一堆虚假的二元对立，竟然在这一群自认为进步的所谓左派学生团体内部出现这样的论战，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吊诡。各位懂不懂我的意思？那我意思是说，当然我知道库尔社的同学也有来联络我们大论社，那我们的立场绝对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不容许任何的犹豫跟争论跟保留，因为我们不能够让道德保守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时候找到借口扩散它的影响力。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必须积极的、立即的、马上表达态度的时候，不容许任何的犹豫。所以我不知道是说之后在校园的部分，怎么样能够让学生团体有更积极的投入，这样子，谢谢。那个陈总，对，因为刚刚我听到你说的这个第二点啊，我是你，我觉得那你对这个动保的看法，我是非常不同意，所以我在这里想要说几句话，就是说，我不觉得说在这次事情上，单纯的就是好像说性解放跟这个性保守派的斗争啊，说立场站稳，其他都不重要。我觉得如果大家注意看破报上的文章。有些从动保的方面来谈动物链的，我不觉得是这么糟糕的啊。而且，如果大家注意到卡维波教授跟钱永祥教授的论证啊，我可以大概稍微说一下卡维波教授的说法。卡维波教授没有否认说这个人兽交啊、要区分善待或虐待。那卡维波教授比较强调说，人兽交不全然都是说像很多人说恐惧的这么样的恐怖。它可能是有一些复杂性，然后它有一些东西是可能是可以接受的。钱永祥教授，我相信钱永祥教授文章出来之后，很多人在好几篇文章说，哎，动物怎么能够同意什么？在文化研究这个学会上面的文章，在其他地方都抓了这一点啊。事实上，这个论点不是钱永祥教授的论点，他没有说要以动物同不同意作为标准，他只是说。在人类从事这个性行为的时候，我们以同意为标准。那如果动物不是以同意，我们要用什么来当标准？所以他也说，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善待与虐待的区别？好，那么他的经验判断是，他觉得在这个整个的人类对动物宰制的这个体制运作这么久之后，他很难想象说这个人兽交，现实世界中的人兽交。会是正当的，因为他觉得说很可能人对动物养成这种工具化的这种心态已经很久了，所以他说他不太能够相信。但是这个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这个经验的判断啊。如果说各位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说人兽交并不是说都是像钱教授想的这么恐怖啊，或者也有人从动保的观点可以举例来说，说哎，那卡维波教授你可以举个例子啊，到底什么样的人兽交是很美好的啊，对不对？这里我会这样谈，我觉得两边的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必须继续辩论下去，而且两边的差异，如果谈到善待跟虐待来说，这是中间有一些这个经验上的判断是不一样。但是你说谈到善待和虐待，基本上都不是说一股脑的说所有人兽交都是好，或所有人兽交都是不好啊。那么我建议大家去看何春蕊教授翻译的这个 Peter Singer 的这篇书评啊。Peter Singer 的立场就是说，如果说他就问说，如果说动物链没有涉及到动物对动物的残暴行为，那是不是可以接受？他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是说所有人兽交都是对或者是错，他就举出来，你看，有些动作阴茎插入母鸡排泄和下蛋的多功能出口，导致母鸡致命，啊，有些人任意在自己射精的那一刻斩掉母鸡的头，啊，好体验它括约肌突然收缩，这些都是明显的毫无疑问的残暴行为。当然。我不是说谈这个东西就是人兽交全部都是这样，也许不是，我只是说这个问题啊，与言论自由或者说怎么样，这是两回事。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在人兽交问题上是全盘支持或全盘反对，或者是犹疑，或者是还不能肯定，我觉得这个辩论要让它持续下去啊，这是为什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么样重要，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帮中央大学说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动物，一定要把这个动保人士全部都打死，说他们全部都被保守民意利用。我觉得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就是刚夏老师走之前有讲到操作的问题，那有一个单位名字说的不太清楚，我觉得补充一下，那很重要，就是电算中心。那这个东西就是教育部的电算中心，其实它在教育部有，它在每一个学校都有。那它在整个操作里面它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教育部阻断连结，电算中心也阻断了。那这是两个，我觉得其实这有一点回到我理解施威权的文章，就这是一个行政处分。阻断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行政单位的行政的动作，对，这其实就可能跟法律会相关，就是他在这所有讨论或者是要提交什么处置啊、延议之前，他就做了这些事情。那
这个阻断其实我觉得还有技术面，但是我因为我不是学资讯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都很重要，就是刚有讨论过啊，比如说无线超连接的事，那教育部也可能连到什么什么地方啊，我什么都可能找得到。教育部电算中心有一个不当资讯管制小组还是管制的一个网站，上面有一个直接连到所谓的547，就是善牧他们搞的反色情，然后那个上面就告诉你很多地方是有色情的、啊、那都是连那个无线连接都在。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明显他用了一些方式一些操作，可是那些东西看起来都是一种好像类似中立的技术，可是其实他们都不是，他们其实都用了一些价值判断在操作那些技术。那我的意思是说，夏老师在讲的，我们在研究那个就是那些不当逻辑的时候，除了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我觉得电算中心以及他所发展的那个不当资讯管制这些种种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更重要。那这可能更牵扯到比如说懂资讯的，而且特别是硬体的，或者是这些可能将来趋势的。因为为什么特别提到趋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所谓就是用媒体的呈现来看，妇女团体啦，然后教育部啦，新闻局广电处，然后警方说要搜证，然后中央大学这种种，可是他在整个报道已经到17号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后续发展，就是新闻局、教育部还有交通部，他们要三个合作一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 ISP 的自律公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教育部现在透过电算中心管制学术网络，可是 ISP 一般的商业网站他管不到，他要做什么？他要做自律公约，就是我们都约好我们不提供这些，或者我们都自清。我的意思是说，很明显就是他在就是要这些人清除掉身上的杂质嘛，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操作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他现在可以管学术，因为教育部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效应在，虽然翻训率啊，然后这种种的单位都说我要大学自行处理，可是我们已经都听到就大学没有自主性嘛。对，那可是还有商业网站，那商业网站也在做重事。对，那我觉得需要补充的就是，我觉得特别要提出来，就是在那个部分我们比较看不清楚的操作会在这里，因为资讯的东西都有点新，然后都会变成是一些很技术，然后那当然里面就是会有技术官僚习惯的操作方式，就是我们都看不见。我就是我也讲一下这个先从这个动物链讲起。这个19世纪开始，这个性学啊，性科学研究，它其实不是研究两性和谐这种异性恋的，它没这种正常性别兴趣的，它就是研究性变态啊。所以他那时候就累积了很多东西，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开始研究所谓的动物链，它确实得到提到的动物链。但动物链跟受交其实又不太一样啊。这个动物链跟受交关系有点像同性恋跟同性性交一样啊，它的动物链其实包括的蛮广的啊。那这里比如说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对于这个兽毛皮革的爱恋，还有呢对于这个就是幻想层次性幻想，就是性幻想跟动物做爱，或者他看到的动物做爱的这个照片他会兴奋，比如这也是一种动物链。那当然还有实际上他爱上动物，就是动物对他的生命来讲就像个爱人一样。OK， 那受交呢？那就是性行为，那这两个不同程度。那我想，如果没有性行为的动物链，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我因为他到底我脑袋里你一这个一个异性恋男子，他没到底脑袋里想到的是什么一个美女？那这个人想到了头母猪，那我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这样的人被我们的社会误解或者是视为某种变态这种东西啊，是很大问题。那我觉得从看完历史很有意思，就是1960年我这边有一本书叫做 Forbidden Sexual Behavior and Morality， 就谈这个被禁止的性行为与道德。他有一个他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受交，他这是谈受性行为。但第二章是谈什么呢？同性恋。
定在十强以前啊。对，那但是这些年来开始，这些所谓的这个动物恋者，他们自己也开始出柜，也开始就是说，哎，我们也要跟这个同性恋者一样来替自己说话，所以我现在有这一类的书也很多啊，像什么 Peter Singer 这类的发言，其实在这种脉络下面啊，所以他像这个书他自己他就说，动物恋一般来讲不是正常的，他们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也不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都是人呢、啊。他说我们跟你其实都一样，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如果与其把我们啊强迫我们去接受化学治疗，或者把我们关起来，或者是把我们放逐，那也许呢，社会现在是时候呢，来好好的看待，用换个态度看待我们。只要我们不伤害或危害别的人或我们的伴侣，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还是有生产性的这个社会的发挥作用的一份子，那么为什么要打压我们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呢？社会是不是会因此而被这样的差异性所伤害，或是被它所丰富？请大家思考。比如他这是一个 statement 啊。那我这里还有一本书呢，这个就是这是 Verso 出的一本书，学术的书，生物学家的书。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很有意思，因为它这个书里面有100多张人兽交的照片，对，啊，有的还有人替这个母牛口交啊，什么都有，什么的很。那 Peter Singer 就是替这本书来写一个书评啊。那刚刚的李总也谈到了，他就是问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兽交没有伤害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性的东西的时候，一般人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被误解，比如说我现在讲，我撇开兽交不谈，我谈动物恋，没有兽交动物恋，我现在出来说，哎，这些人其实他只是像幻想啊，他对我爱恋，这个东西我看不出来他从哪一点是错的。哎，这我觉得这个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什么会有人为，那当然可能有人为他们是变态，那我现在也是质疑这个观点啊，我们是不是要用变态这样的思考去思考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谈这种只有动物恋而没有兽交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我觉得会是一个试金石。我会知道，就是说，你所谓的道德保守人士，你到底是真的是假保护动物保护之名来打压这种动物恋呢？你还是说，其实你就是根本反对这种所谓的人跟动物的一种所谓跨种族的跨物种的一种爱的形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讨论的。而且我觉得奇怪，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在提倡人兽交动物恋。那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白痴才会去提倡，有什么提倡的呢？是不是这种东西每个人的偏好的问题，怎么去提倡？但是我们就变成了去提倡，所以这就变成也非常奇怪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我不知道，我其实本来我这个所谓破报的这个辩论，其实我也不希望说我是被放在一个提倡兽交的这个范围，我并不是提倡这个，我只是我就像陈云中讲的，我只是提出来说，这里面有可能兽交里面有可能并不是都是对虐待动物的，那如果他没有伤害动物的话，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错误 ，OK， 那你有时候也许不是兽交，你抓的动物在你的这个生殖器附近摩擦几下子，动物觉得很奇怪，还没搞清楚就已经射出来。那这个东西有什么错？我想知道。OK， 这我好，不管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就是我们的辩论也显示，我们应该往这里去。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不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当然跟陈华英刚指出来，其实这个跟媒体炒作有关系，记者炒作非常有关系，就跟您告诉实情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之前的援交网站的事情 ，OK， 这个电商中心的人交互电商中心觉得说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当然，其实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力量在操作。当然，他们也许共同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连结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当然，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愿意跳出来也是跟他们具体的利益是有关系的。教育部来讲，他想要搞禁网专案，他想要因为这有钱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援交的事件，他们那儿也很不满意啊。那检举的单位来讲，像天主教散布中心，他也检举。那他对同他立场来看，他们希望检举援交是把所有天下援交中心都能抓起来，对不对？那教育部的话就觉得说这个事情闹得很大，然后就牵涉到学术网络事情，他就不高兴，那就中央就是为什么一直在纵容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计划是希望能够
撤除这个性别研究室的网站，就是不要在学术网络里面，然后甚至那还有一些人希望说这个性别研究室也把它取消啊。那这个那现在后续的情况呢也还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这个整个来讲，关于这个连结的问题，我们一个同事，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今天中央的一个网站，它不是把这个跟人兽交连接取消，相反，它是把所有全世界关于所有人兽和动物链的连接，通通集中在这里，让大家知道说，哦，一上到网站，我要什么连接就有什么连接，这不是很好吗？就是说，变成了它变成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中心，对不对？一个反向思考嘛，我们所有资源都在这里，提供所有资源给你去研究，这个其实反而不是说是去连接啊。因为，就像刚几位讲的，这个其实看这些连结，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样子我们才知道说，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性幻想的，而且他愿意付费去看这些东西啊，你看了觉得很恶心，可是他愿意掏钱去看，那这件事情本身不值得我们再仔细去探讨嘛？更不要讲说，整个动物链的议题其实是。啊，刚刚几位也谈到了，我们涉及到我们人类最深处的潜意无意识里面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集体潜意识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神话里面，都是这些什么野兽变成人啊，对不对？都是这个或者是半人半兽啊，人兽性交啊，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最怕的是虎姑婆，对不对？跟亲爱的人变成一个野兽，所以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这个集体的潜意识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继续讨论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气氛却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担心，就是说这个保守的这种气氛，它确实它什么东西它都会使用的啊，它我觉得它也是在挪用了动保的论述，或者觉得说，哎，因为他们觉得说性别你在提倡人兽交，那你看很多人都说人兽交是不对的哦。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 logic， OK， 这当然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伤害， OK， 而它不像一般人来看到说，新民研是主张来理解这个我们来大家讨论，它不是从这个角度的。好，谢谢。可以多讲几句吗？因为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其实是你讲回来是你刚提的问题了，就是说。是在两个问题之间，是在学术自由跟动物链之间的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那个敌人在界定你的游戏，也就是说他选到的一个东西叫做动物链，然后大家就被他搞到，你知道，就有点像上一次被搞到是援交，然后下一次啊，我跟你讲一定会出来就是乱伦，好，那就是说那这些问题到底可不可以讨论？那现在变成就是说，那个敌人一箭放出来、射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跟着他玩，现在变成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你要讲学术自由的话，那真实的状况就是说，是啊，有找过学术团体，就是特别是跟性别有关的哦，那个单位来合办，他们非常犹豫，因为牵扯到实际利益问题。所以这个要看谢老师要，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位置可以动，因为包括那个牵扯到学术权利跟学术政治的问题，其实最保守是在学术界，牵扯到资源的分配嘛。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说，在现在不能够咬着那个动物链的问题在那里搞，而是要上升到学术自由跟这个性恐慌的层次来谈。才有可能，要不然的话，那个焦点一直摆在那个地方啊。因为其实学术界很多人跟那个所谓社会大众是一样，不想问题的嘛。所以就是说他管你是不是什么动物链，他一想到动物链就觉得很恶心，我才不要。那可是你牵扯到学术自由跟学术这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但我不反对可以继续谈动物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个战局里面，这个东西因为真实的状况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性别研究室的 hyperlink 是把所有的 hyperlink 全部拆掉的，那意思也就是说原来里面有连接了很多的网站，
全部因为动物链这一个 hyperlink 而全部被 delink， 所以它是一点急迫的战略把你全部杀掉，真实的效果是这样。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说不是说被它一点突破，现在搞得最累的是这种问题，所以我就不能在那个一点上面打仗，而是说要拉高那个层次来谈，要不然的话到后面还有不同的那个电影会出来，我觉得是搞不下去的，而且一般的舆论不会支持的，所以必须回到就是所谓的普遍主义的大山里面才有可能谈这些东西。好，谢谢陈光兴哦，这也是我之前的呼吁这样子。那我想这边哦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我觉得那个加班的小姐很痛苦这样。显然我们可以谈一辈子。好，我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方式来联署，这简单的题目是叫做学术研究空间和网络言论自由不能作为民粹暴力下的牺牲品。那因为我要把它念完，大概花个两三分钟，我要念吗？还是大家用看的？然后我们希望有个联络的方式可以留下来，那我们也会在网络上把这个发出去。要念吗？好，我们用 email 的方式跟大家联络，那我请那个陈玉荣把这个传下去。那你们要看也可以看，可是我希望就是掌握时间，我们是不是如果你有这个意愿要参与这个，可以来做。那我想我最后简单结语一下好了。今天很高兴，放在一个地方，我们放在门口。你要讲话，快点。对不起，没看到。然后不好意思，我讲一下就是青少年观点嘛，就是以高中生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那我这里要提到几个东西，说因为这次事情已经扯到第一个，就是他说他以要保护我们儿童、保护青少年的名义。那第二个，他用了那个人兽交，用动物链这个议题去使用、去操作。那我觉得这时候并不是这时候应该是我们来协助这个议题的时候。那一方面也是让动保这。动保人士其实他们这次也很高兴，说啊，总算我们被看到了。那我们儿童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们这次有机会可以找一个发声点可以发声。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讲的是这样。然后第一个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并没有一个资源可以让我们去讲话，可以去发声，包括尤其在性的议题上面。那大家一直以说你们太小了，那我们是母鸡，那我们为了让抵御外面的那些老鹰，所以我们。这些已成年人，我们来保护你们，这些都是小鸡的人，你们在后面，我来帮你说话，你们全部都在后面，我们来帮你说话。那其实小鸡在后面呐喊的声音完全没有人听到啊，因为前面都已经完全隔住了。那事实上我们想说的就是说，哎，我们想接触动物啊，我们想认识各样的性啊，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为什么不跟我们说？然后接下来一堆小鸡在外面乱搞，然后你说这是我们的错。对啊，那明明就是你不教我们，你不告诉我们，偏偏又怪到我们身上来，然后说是那些老鹰不小心抓了几只小鹰走了，对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无辜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时候儿童跟动保应该，还有包括今天包括学术研究、网络，还有各个性别团体是合作的好时机。那其实这时候并不是被分裂的时候，而是我们这时候全部应该是在同一阵线上的，我们一起去谈我们各自的要议题，然后把这事情理清楚的机会。然后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因为是儿童或是人或动物的相处跟对待，应该是可以更改善的，而且我们是学习的是善待。例如说像是我们说到猫、说到狗，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把它翻过来，然后抚摸它的肚子啊，它会很舒服啊，对啊。那像上次我的板具，我该就是大家在讨论说啊，他养他家那只猫，然后那只猫突然他就觉得那只猫很需要，因为一直找不到公猫给他达到他的需求。那他们他就我有去问过兽医，那兽医就跟他讲说，你只要拿那个棉花棒放进他的阴部里头，他就会觉得很舒服。那只要棉花棒上面有一些面舒利达姆之类的东西，那猫就会很爽。对，那他就看到那只猫一直爽，他也觉得很高兴。对啊，那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是说，他们有提到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动物的感觉，那你怎么知道那些人不能？是你无法知道动物的感觉，而不是你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感觉动物的在想什么，他们想知道什么，对不对？就跟名家的讨论一样嘛，名家跟惠子跟庄子的讨论是一样的意思。那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我们合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想趁这个机会发声。那
我看到这个动作是因为我觉得有需求啦，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好好去善待这些动物，同时也是说跟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该也去联合动保团体，那包括那些所谓的被媒体使用的那些妇女团体，甚至我们应该拉拢那些妇女团体，让他们一起来看到这个问题，让他们去接触这个问题，让他们去更了解这些问题，就说其实儿童不应该被过度的保护，然后动物也不应该是被我们视为异己，视为另外一种族群，然后这时候我们新议题才能足以开放，这是我想讲的话。谢谢青少年声音，好，一分钟来。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刚才听那个陈光兴老师提的问题，所以我想做一些回应哈，就是说，我从1994年来，就是说我一直不大能理解一个问题，是说，因为，你们老师都其实，在学术网络上面嘛，那你们的办公室其实都可以直接连上学术网络，事实上你们都可以架很多站的这样子。那我刚才像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应该都可以把你们加站，所以不太可能被单点突破。我现在反而比较希望看到情况说，中央的连结可能被撤下去，可是其他像我刚才看这些老师可能加起来有20-30个，你们的自己的办公室都架一个网站，然后你们可能叫它叫 sex.ncu， 你们是 sex2 或 sex3 这样，然后大家都可以往外去连到各种像刚刚卡罗老师讲的各种人兽交或者是说各种奇怪的癖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以用这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你们提供资讯应该也算是一种 computer virus， 就是一种文化病毒这样子，那你们可以尽量去在网络上去做散播，因为我相信很多像刚刚就是说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会觉得蛮不错，然后他主动会帮你们去散播这些东西，所以可能不太可能会被教育部那一两个人就把你们单点突破，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合作关系，包括像孙正的老师也在这边，那你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合作，就是说他可以动用他的徒子徒孙帮你们去架网站，但你们办公室里面那个本来就在学术网络上，因为我们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都蛮羡慕你们，就是说哇你们在那边都有固网哎，那个时候还是拨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架站，所以这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好，谢谢。我们谢谢贾维平了，我发现我们今天的文宣都要留着，我们等到下一位每一位又被删掉，我们要来声援，继续声援下去。我们觉得宋运动最近好忙碌这样，然后我们只不过是出国了一个礼拜回来就发生这些事，因为很多人都说你们怎么什么动作都没有，真的蛮抱歉的，突然觉得我们很重要。我想其实也是最后了，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我觉得这是个开始，我想我们随时保持联系，那我们也鼓励大家留下你的 email 方式，因为我们发现那个草稿我们也许会做一些修正，所以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你留下联络方式并不是表示你联署，我们会用电子邮件的方式送到你的信箱，在你的同意之下送，只有这一封信啊，送到你的电子信箱，那如果同意联署再回给我们，我们会非常感激今天大家在互相同意之下的合作。那其实之前我跟金乃哥也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也引发了我们之前在讨论性权运动的时候那个认同政治的问题，好像今天我说我谈我讲这个议题就表示我是，所以为了说我不是于是我就不说不谈，类似这样的逻辑，我们也觉得其实在性权运动上也面临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这是一个开始的思考，那我们也希望将来在运动上可以继续跟大家见面，那也希望各位在学术上的先进还有在人权运动上的先进，我们也都有机会永远是用合作的方式来面对所有争议性需要通力合作的议题。好，今天谢谢大家，也鼓励大家一定留下名单，谢谢。我们会有简单的记录，那如果你留下 email 的话，你旁边如果说你想收到会议记录，我们也会寄给你。谢谢大家。我刚在课堂里面，那个张桂英呢，哦、他们在举他们的。好啊。大家留下资料。嗨，怎么了？法律可以就没有法律可以，因为他有实际，对他就会有技术。那技术同样的，那也是就是说是一大堆类别。所以我刚刚是想讲说他们常常还没有做，
我应该我还会再想一下，想一下什么？没有啦，无缘吗？对不对？万一要以前的话，现在还有搞上吗？一样的，这个所以还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说，你看这个的机制，我们要彻底会讨论，然后谋求一个将来可行的利润点。哎呀，也可以啊，就在开个盘。来，要叫我们董事长。我觉得你应该有多很多意见。对对，老师。那个真实的，我觉得他另外一个，不是一个太笨，我会。